那今天算是这个录影课程的最后的三堂课、哦、我们要先讲 Goffman， 讲这个 Bourdieu， 还讲到一个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啊。因为这三个人里面，我 Goffman 还算读了一点啊，那个 Bourdieu 什么我都不是太熟悉啊。但是在一般课程的介绍，这很重要，所以我还是尽自己的能力啊，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在知识社会学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啊。那 Goffman 呢，大概有三本书是很重要的，一本就是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虽然在翻译的时候啊，很多中文翻译把它翻成表演啊，这是比较早的是大陆书都翻成呈现了啊。哎呀，我台湾的那本没有，大家借给别人没拿出来啊，这是最早见到的这个瓶装本。这个瓶装本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先前的一个专业的版本啊，那个专业的版本的内容跟第二版这个通俗版是略有不同的啊。我们在台湾版的这个翻译里面曾经有注明过这些不同在哪里啊，这是透过另外当时的另外一个学生的帮忙啊，找出来这些差异啊，大部分版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差异啊，以为历来就是这样。那台湾版把它翻成日常生活的自我表演啊，强调表演的部分，我虽然不太赞成啊，但是也有它的意义啊。那这个里面跟社会科学有关的，或者跟知识社会学有关的啊，就是他强调的是他在自然范围内是研究社会生活，所以他不是，他是靠着观察的，不是靠着实验设计的一些特定的人为的环境来观察人的行为，他是观察社会生活中人是怎么做的，所以他用的资料有他的观察，用的是有小说的资料，用的是传记回忆的资料啊，还有一些报道方面的资料啊，这是他用的。那现在当然要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大概要用资料就比较多元一点，因为像很多人的这个田野笔记也会出版这样。然后第二个是他强调，他就叫做剧场的观点 ，dramaturgical perspective。但这当然人生如戏这一点哈，很多文化都有这样子的了解，但是有哪些如，哪些不如啊？这个如是 as 啊，不是 is， 不是英文的 is， 那就是啊，如只是在某些地方像。那当然这个剧场的观点走得太过头或太过强调的话，就变成所有一切都是演戏，那这个又走到极端了啊。他其实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他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什么太新的观点啊，他自己也知道，在这个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就说过了类似的话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另外他的解说的材料啊，因为用的比较少是社会科学的报告，别忘了他这是1956年的书，1956年时候的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社会学界的这个研究的材料还没那么多，所以你要叫他一定要用这个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报告才能写成一本书，那对当时的写作来讲也是有困难啊，所以这要看情况。现在的来讲就困难可能就小很多啊，因为社会学的研究非常的多了啊，在很多国家里面，所以这是他这本书啊或他的研究的一个特色啊。那他一开始就强调啊，人跟人交往的时候或人跟人互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希望得到对方的讯息。那这个也不是他的新发现啊，所有国家的这个问候语，你在学英文绘画的时候问候语都说你好吗啊，就是先打招呼啊，如果对方给善意的回应以后，你才可能要问对方的姓名啊，或自报自己的姓名，然后你这个自我介绍部分要介绍到什么程度啊，这我以前有上课的时候，特别是研究生的课，人不多，都叫他们自我介绍，然后发现自我介绍呢，大概都只介绍名字，原来是哪些科系毕业的啊，然后很高兴跟大家认识啊，不会再讲多少啊，也不会讲说我有爸爸，我有妈妈，我有兄弟姐妹，不会讲这个，也不会讲我的银行账号跟密码是什么，这绝对不会讲的啊，所以这个日常生活的表达里面有说给予的，你讲了什么啊，或者你。的行为啊，你做出了什么样的行动，还有你散发出了什么讯息啊，譬如说走过一个乞丐的旁边，你到底就是完全当作他不存在的走过去呢，还是你会把零钱丢给他，然后
跟他问候一声，那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啊。那也有人走过去会问候一下，不一定给他钱啊。所以这个表达有这 gifts 跟英文叫 gifts of，你散发出什么样的讯息啊？我们有时候这个散发的讯息就是从身体语言、从表情啊，还有从你穿的衣服等等的哈。有一个笑话我就记得啊，作为一群小学生啊，在门口等，在校门口等着家人来接啊，然后有穿短袖的，有穿长袖的，穿羽绒衣的这样啊，就说同一个天气为什么小学生有那么那个呢啊？就有大部分人就会问这穿羽绒衣的啊，说今天天气这样，你为什么要穿羽绒衣呢？啊，这小学生啊，但显然不是小学生说的，但这笑话是这么说的。小学生说，有一种冷是你妈妈觉得你很冷啊，所以他这个穿着羽绒衣散发出来，就是他妈妈觉得他很冷啊，他未必觉得有那么冷啊。所以这个给予的跟发散的，我们的任何知识也是这样，告诉你这个，然后他所展现出来的啊，影响啊，或者展现出来的态度的问题啊，这个有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学得到的。你问人家一个问题，有人很和蔼就跟你说了，有人给你臭脸看，有人连脸都不给你看，就觉得你是什么人还问这种问题啊，都有。那这个 performance 啊，就有前台跟后台或者前台跟背景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有的经验啊。这跟那个演戏是一样的啊。我小时候喜欢看庙会的布袋戏啊，我最喜欢的位置不是在台前，而是最好找一个角落的位置，能够看到背后演戏的人的样子跟台前的样子啊，找到一个角落啊，那角有时候那个角落你可以看到两面的样子啊，所以台前台后我都可以看得到，我比较喜欢这样，因为想说。到底背后那演戏那布袋戏，尤其后面操弄木偶那人，到底都在想什么？到底都在做什么？而且，啊，他们有时候休息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他们休息的时候啊，他们在干什么？或准备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啊？我个人就有这个很大的这种兴趣啊，嗯，那这个Goffman 有一个观念啊，叫做团队啊，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很多做很多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啊，那这个团队呢，就有他提到自我的梳理。或者叫做角色距离，角色距离是他特别提出来，就一个人应该理论上应该遵从他的社会地位给予他的角色，那他的行为都应该符合那个角色的规定，有一些权利跟义务。但有些人呢就特别表现出不进入这个角色啊。他举的例子说，一个将军啦，在视察军队的时候特别关心某一个士兵啊，理论上将军不需要关心到某一个特别的人，但是这个将军这个做法啊，就是一种角色距离。那我们当老师人有时候好像应该表现出我们很严肃的样子啊，不应该跟学生苟言笑这样的啊。所以如果对学生过度关心啊，某种程度也是我们走出了这个角色的问题。那学生也应该一样啊，被期待不要对老师，尤其在我们东方社会，不要跟老师太亲近啊，最好这个跟老师保持一点距离。如果学生表现得太亲近，那可能的问题就是会有这个角色距离的问题啊，因为有时候你会听到别人在会讲说，你怎么可以对老师这样？哎呀，你很少听到反过来说，你怎么会对学生这样啊？哎，老师对学生怎么样，好像是理所当然，但是学生对老师怎么样，好像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啊。那有团队呢，当然他这里面就讲到演员跟观众的问题，还有这个团体共谋的问题啊。演员呢都知道啊，因为他们有剧本啊，通常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观众特别是第一次看戏的观众，常常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当然你看熟悉了，你当然就知道了啊。所以演员跟观众某种程度的共谋啊，这在他后来的这个 frame analysis 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接下来就是在每个互动都有它发生的地方，这个叫区域啊。然后发生的行为叫区域行为，因为这个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类学啊，有人专门研究这种人的地域性的问题啊。那这个呢，当然这个区域到了 Bourdieu 的手里，大概就变成叫做 field 啊，场域啊，或者叫做这个对，都叫场域 field 啊。每个社会科学家希望用发展它不同的名词来代表它理论的强调的地方。但是常遇就有前台跟后台啊，我刚刚讲到那个看布袋戏那个，那有一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前台跟后台，但是现在的很多剧场的设计是你看不到后台的啊，因为它从后台走到前台那个有很多区隔的啊，嗯，
所以很多前台行为在后台是被封锁的啊。那现在也一样啊，很多人在网络上啊，在镜头前面它是一回事，那离开了镜头或者没有播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最近最有名的就是有一个议员候选人，当时是候选人，当然后来选上啊，他的那个党的这个市长候选人啊，在前面讲了一堆慷慨激昂的话，他在后面翻白眼这样啊，然后他翻白眼这事情就被看到，但是理论上他翻白眼是他的后台行为，不是他的前台行为，他站在那里就是要跟着大家一起支持他们党的候选人，但他后来翻白眼自己被照出来以后就变得很搞笑这样啊，他也很尴尬啊。后来有些人说他很诚实，因为他每次只要自己受不了，自己都会翻白眼或怎么样，就有人挖出他的这个身体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跟Goffman的观察就很有意思啊。我们撇开政治不讲啊，这是一个最能够彰显这种前台行为跟后台行为的啊。那现在太多人在前台上表现的一副道貌岸然，在后台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某种程度，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成长了啊。我们在小时候呢，都认为前台后台是一样的啊。可是有一天，你假如用很悲惨的方式发现这个事情啊，你被家暴啦，被性侵啦，啊，会被老师骗啦，啊，会被老师某种程度欺负啦，你的文章被老师抄啦，啊，这种故事层出不穷，你就会很生气啊，这是必然啊。所以这种区域跟区域行为啊，很少老师的行为是台前台后一样的。啊，甚至以前看过一本书，他说真的台前台后行为一样的人，大概是精神病人啊。精神病人不会装啊，他就是台前台。当然，精神病有很多样子了啊，我们现在知道了啊，所以你也很难说是什么样的精神病人，应该说得清楚一点。那这个另外一个跟刚刚有关的，就是叫表里不一的角色，英文叫 discrepant roles 啊。什么叫表里不一的角色？他特别提到秘密啊，你一般人在讲话就。它这分了几种，这分它的分类都有一个特色，就是没有判准，所以分类好像非常随性，也不会现在的标准要互斥跟穷尽啊，叫做 mutually exclusive 或者 exhaustive， 它都没有啊。他说黑暗的秘密，黑暗不是应该叫光明的秘密？光明有秘密吗？啊，还有策略的秘密 strategic secret， 还有自己人的秘密 inside secret， 啊。还有呢是被信赖的秘密啊 ，entrusted secret 啊，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哎，我告诉你的秘密，不要跟别人说啊。这种开头通常都是会跟别人说的啊，所以其实你讲的这个都白讲啊，你真的要不说，真的就带到坟墓去，那还可能啊。第二是自由的秘密啊 ，free secret 啊，这个怎么分类，你可以详细去看了啊，这他至少有注意到这个秘密的问题。在这之前，大概社会学界注意到秘密的啊，Zimmel 啊 ，Zimmel 的在他社会学里面有强调秘密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应该有提到啊。另外呢，表里不一的角色，他提到三种重要的角色啊，在尤其用剧场论来讲，一种是演员 performer 表演的人，一个是观众啊，一个是外人 outsider 啊。很多是给观众看的啊，不一定是给外人看的。现在在欧美的街头啊，都会看到印度人悬空坐着啊，拄了一根拐杖这样啊，通常下面还摆地毯啊。为什么要摆地毯？你不摆地毯，你就知道他下面有个东西是撑着他的一个大铁片啊。他一定摆地毯，那个撑住，好像就一个人只有拿着一个拐杖，他就可以悬在。然后那个其实你把破解打开一看，它里面就是一个大的铁片，那个重量压住他，然后那个撑着他。然后再弄一个可以坐的地方，然后所以那个人一定要穿着长袍啊，遮住了他坐的地方啊，他绝对不会穿着比基尼或者穿着游泳裤就坐在上面，因为那马上就穿帮了啊。那个在欧美，可是你只要不知道这个背后是这样的话，你是一个经过外，你觉得啊，啧啧称奇，这个人道行真高啊，他这样可以悬空靠着一个拐杖就可以坐着啊。这个我在这个一个印度片里面啊看到了这个，他就。很搞笑，那个印度片，哎，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也是三个傻瓜里面那个人演的啊，演得非常好，就讽刺印度的宗教啊。我后来才注意到说，我刚才没注意啊，他说这本片不代表我们对宗教的态度什么什么的啊。后来看完才知道是这样，他就那个在刚好好像在清真寺哪里惹了一个什么事情，他就用跑的，他是外星人嘛，他用跑的跑出来以后呢，就刚好把人家遮的布全部拿掉，所以就露出来了那个。
啊，那个下面的大铁片还有那个做的铁片，所以他并没有说我破解你，他说他在跑的过程里面，因为把那块布扯到了，所以他那个所有的秘密就出来了，这样。那这个我们作为观众来讲，或作为外人来看，你要怎么去区分这个啊？那很多秘密就因为这样子就揭穿了。可是，在那之前，你想他在设定那个时候，一定有人看到嘛？啊，那他晚上收工的时候，一定也有人看到嘛？那我们大部分人呢，看到了只是刚好他都在中间做表演的时候，所以你当然不会看到之前跟之后啊。所以你如果认真看之前跟之后，或者他在开始设表演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一场表演这样啊。有一阵子呢，台北市啊有比较多的这个乞讨的人啊。我有一阵子我回家呢会经过一个天桥，那个男的呢就在那天桥上乞讨。我每次都没有给他钱啊，因为也有人报道说天桥上的人他们其实是一个集团啊。然后这些人呢啊，有的当然说得很过分，说把他们腿打断以后怎么样，有人说不是，因为他们残障人士这个集团就利用他们来赚钱啊。我有一次因为比较晚回家，我就看到他啊下的那个楼梯，然后他残障人士，然后有一个人开着车来接他走，这样啊，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啊。所以我倒并没有看到那个车到底是宾士车或什么，因为有的传言说他们其实是一个很有钱的集团哦，并没有这样的看到啊。好，那所以表里不一的角色，另外还有一些啊，叫卧底的线民啊，这个在警匪片里面特别多啊。他是这个犯罪集团的或贩毒集团的一个人，但是他呢会把这个犯罪集团或贩毒集团的人的东西呢告诉这个警方啊，这个 informer 啊，别忘这1956年的书哈、啊，所以有些东西稍微旧一点。一个叫混迹观众中的演员叫 Shield 啊 ，Shield 啊。然后还有一个观察员 spotter 啊，你去看别人在干什么，做生意的时候，有时候去看看你的那个对手，都怎么做生意的？为什么他生意那么好？他有排队名店，他到底是买了什么东西？或者你要不要散发什么谣言啊？说哎，昨天检那个卫生局还检查不过，你们还买？我昨天就吃了拉肚子啊！你讲这句话，你就可以跑了，他生意可能就掉了啊。还到别家商店收集情报的人啊，叫 shopper 啊。这不是真的购买者啊，是去刺探情报的。还有居间协调者啊，就 go between or mediator， 还有 non person 日常生活里面呢，像那个在餐厅里面特别高级餐厅服务的人啊， non person， 你不把他当人看，你们俩谈事情的时候，他来倒茶，到来倒咖啡什么的，你有人就会停止谈话，有人会继续讲，当作他并不存在啊，除非他做了什么错事。那这些表里不一的角色，就是日常生活里面经常可以看到的。啊，以前我们那个戒严时期啊，学校里面会做一些人，那些人并不是学生啊，他是某单位派来监视老师上课的。但有些同学呢是学生，但是他也被某单位吸收了，然后替他打小报告，啊，所以我的年轻时代，我们讲话都非常小心的啊，不像现在啊，现在讲话其实要很小心了啊，因为你万一跟大家的意见不同。啊，你支持的人，或你跟这个系所或这个班上或这个老师的立场不同的话，你最好讲话也小心一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到处都差不多的啊，都差不多的啊。所以这表里不一的角色，这常常我们不知道是谁啊，我们算不算是啊？或者有人是拿钱的啊？这我有过类似的经验啊，叫我当一些角色，我就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道德底线啊。好，角色外的沟通啊。就当观众不在场的时候，羞辱的技巧啊，他特别举例，上场前或下场以后拿观众开玩笑，或以部分演员当观众开玩笑啊，这个是可能在剧场里面他们的一些行为。而观众在场以尊重的方式称呼之，不在场则以绰号称呼之，啊，这在跟观众互动的时候啊，特别是你，譬如说你长得很胖，这很容易看得出来，啊。啊，那这位先生啊，你这位有分量的先生，哎，可能是这样称呼你啊。那下不在场的时候，那刚刚那个死胖子啊，可能是这样另外一种方式称呼你啊。这有时候这个粉丝跟这个偶像之间，偶像因为要经营粉丝嘛，啊，大陆叫圈粉啊，所以好像讲话就要特别的谨慎啊。你不能说，哎呀，我的粉丝啊，我那个很肥的粉丝啊，或者骂说那支持谁谁都是一群那种。我无脑或脑残粉丝啊，这就是人家不在场这样说。不过现在，但因为有网络的关系啊，很多人是很不在乎这种事情的啊，很敢讲的，很敢骂人的啊，因为这样比较容易红啊。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有一点基本的礼貌啊，讲话不要讲那么那个。
但现在有些人就是讲话要狠啊，那他就会被报道，然后就很多人会去什么把他洗版或者干嘛。但不管怎么样，他就因此红啦。你不理他，他就其实最好的方式你不要理他。但是很多人会被钓鱼钓出来啊，像哎你讲的太没道理了啊，我很恨你，或者你讲得太有道理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策略。你也不知道他真心的是他发表意见是他真心的，还是他只想表达啊引起人家注意，你就不知道。那另外一个观念，在一般社会学基本教科书有叫 impression management 啊，这也跟日常生活的有关。我们见到一个人，他很客气，是因为他真心的很客气，还是因为他要表现出来很客气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在日常生活里面，他就讲了几个，这个字当然有点熬牙了，在英文都这样，叫 dramaturgical loyalty， 貌似忠诚啊。你到酒店去啊，或者这我们台湾叫大饭店了啊，你到大饭店去，他帮你开门，对你很客气。是，那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你这个人的问题，是他的服务的规范是应该要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只是到饭店去借厕所的，就会特别的谨慎啊，走旁边的小门啊。那其实他是服务业嘛，所以你就是大大方方就走进去啊，然后你也不要在门口就问人家厕所在哪里啊，对吧？你走进以后，通常在一楼的边边啊，或者上二楼啊边边啊就有厕所了啊，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 dramaturgical loyalty 啊，在服务业特别有呢。我们一般人也是一样啊，到了学期末啦啊，尤其最后一堂课啦，老师要考试啦，你某种程度要装作你很在每堂课好像都有来的样子，不要让老师发现你是只有一堂课只来这堂课或只来考试的啊。这个 dramaturgical 啊，所以我翻成假装忠诚或貌似忠诚啊，大陆现在流行叫貌似，就是看起来像，但其实不是啊。另外还有假装有纪律 ，dramaturgical discipline 啊，这个念过书你都有经验啊。老师还没来的时候，学生闹成一团啊，班长啊，或者我们那时代还有风纪股长啊，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还有风纪股长，说不要讲话了啦，老师快来了啊啊啊！大家吵，等老师进来，中学生特别是啊，老师讲呜，忽然间变得很安静这样啊，又见到老师很凶的话啊，这貌似有纪律啊，原当然从头到尾都这样吗？当然不是了，但大家都知道，我相信老师也知道。啊，还貌似慎重啊，装这个 circumspection 啊，装出那个样子来啊，譬如说卖饮料给你啊，他的饮料弄好以后，饮料可能是冰的啊，他就把旁边擦一下，让你拿的时候手不会黏黏的啊，或者怎么样啊，小心烫啊，提醒你一下啊，这个当然已经是到底是貌似还真正的啊，我觉得在现在的服务业已经非常难看到了。啊，你当然自己的朋友，你当然觉得那个绝对不是貌似。你到朋友家去，他倒了一杯茶给你，说他小心烫，那个绝对不是貌似，那真的是他关心你。那其他一般人是不是这样，就是个问题。所以这个印象处理的艺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的重要啊，尤其你去找工作、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怎么样让人家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啊？去这个男女朋友交往哈，或者一般朋友或者找工作，都是 impression management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该怎么样穿着，该怎么样应对啊，啊，最后该什么时候出来啊，都是要认真的去思考过的。好，这是我们简单的啊，把这个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的这本书里面跟知识社会学有关的。啊，或者跟我们对对方去了解对方的方式有关的几个部分，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二个就是叫做《Stigma》啊，这本书啊，这本书非常的有名啊，这已经不是英文的原版了哈，啊，这是有两个差不多同时间出版的大陆的，一个是大陆的译本，一个是台湾的译本。台湾的译本是我的学生翻译的啊。然后我写了一个导读这样的啊，这是1963年，大概在他写的书这本书在很多工位啊什么各方面都享有盛名啊，因为他是大概或者现在叫做失能研究 disability studies 啊，因为他是大概第一个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这些残障的或者身份上出问题的人。但他这个呢有一些观察是他来自于他当初在精神病院所做的一个田野的观察啊。那他讲到污名 stigma 这个字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怎么样有个恰当的中文翻译，现在大概定名为污名，但是你很容易误解说污名只是污在名上面，它不是，这个污是污在身体上面也有。原来 stigma 是从 stigmata 这个字来的啊，是个烙印啊，牛啊羊啊，如果是某一家农场，它会
这样给他一个啊，写一个孙，譬如说啊，就表示这是我们孙家养的牛，孙家养的羊，那 stigma 是这样啊，所以原来有烙印的问题，但这个字呢很少被翻成烙印啊，就是讲烙印听起来非常的 SM 这样哈，好像或者这个刺青这样的哈。那他的污名的说法是说一个不被社会完全接受的状况，这个是他所谓的 stigma 啊。那附带说一下 stigma 还有一个相关的字叫 stigmata 加上 ta， 这个就是上帝被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啊，那几个伤口啊，那几个五个伤口吧，叫五哎四个伤口五个伤口啊，这是那个污名的那个叫做 stigmata。啊，叫做圣伤，圣人的圣伤就是受伤的伤，或者那个伤，啊，那个在基督教历史上啊，后来有些人可以展现出莫名其妙，就是那几个地方会流血这样，啊，这个也有拍过电影，就叫 Stigmata， 那当然也有进入到灵异的范围去了，说为什么有人莫名其妙的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个地方啊，这个耶稣被钉到十字架的那个钉的地方都会流血啊，这个有电影这样的，然后历史上一直有人这样，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在教会叫做圣人，叫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中文通常翻译成圣方济各啊，他后来有一个教派叫方济会啊， Francis of Assisi， 他原来是个有钱人，后来过清贫的生活啊，他的那个教派强调的是贞洁 chastity 安贫啊，poor， 然后这个服从啊 obedience， 啊，所以他是这个在意大利 Assisi 那个地方啊，就以他的教会，他就是有一天就忽然间有了这个东西了，就会流血了，哎，不是血流不止那种哈，那就太恐怖了，他不是啊，就是这代表他这个人是有神性或可以跟神性沟通的，啊，所以这个也是那个叫 stigmata 啊，跟这个 stigma。所以实在缺乏一个好名词，这个他说一个不被社会完全接受的人状况，其实大概就是一个劣势者吧，啊，他居于社会的劣势地位，啊，所以如果只有污名，好像只有他有一个不好的名字而已，不是啊，是他的权利各方面都受损啊，没有一个一般人或正常人享受的东西，因为像什么人是污名的人，除了像罪犯呢，啊，或者叫更生人，在台湾。啊，然后我们现在叫做 homeless 的啊， homeless 有几个说法啊，最早说是游民，后来叫做这个游民啊，后来叫无家者啊，最近有一本书啊，就是叫做 homeless， 就发明说这人不是游民，他只是没有家呀，啊，他只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啊，他有的还可以找到工作的啊，还有一些单位，有一些团体，慈善团体。帮他们找工作的啊，这些人都可以是还有他的所谓的社会功能在。然后最近因为年关将近啊，也有慈善的人是要办一个尾牙为这些人，所以我那天看到就是说啊，他们要募款，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把这些人称为韩氏，韩清寒的韩啊，氏是代表中国传统的一个，就很在名词上面给他们很多的这个。至少不是污名，是反过来给他们一个清明啊，或者一个圣明啊，就是这个 stigma 的反面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名，我们就做出了很多不同的反应，这样的啊。所以他的污名的 stigma 的用意啊，这真的是不得已的一个翻译啊，真的是不得已的翻译。他们当初翻译的时候问我，我说因为据我所知，最早用这个的，据我所知了哈，大概是。人类系的谢世忠教授，他当初的一本书啊，叫做《认同的污名》，啊，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污名是什么意思啊，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然后后来听说污名就 stigma， 我说哦，那 stigma 可以翻成污名啊。以前在没有污名的名词的时候，我们都只讲 stigma， 也不知道要怎么翻，讲烙印又觉得太像乳牛啊或什么之类的啊，所以那现在用了污名以后又都讲污名，但是你要知道这污名不是一个只有在名上面而已，名当然是一个部分。他说本书中污名一词将要指用一种深深的不名誉的状态啊，就是不被社会接受的一群人，然后有不名誉的事情啊， discrediting 啊，这是他常用的字之一，等一下你们看到。那不过呢，应该很容易看出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描述特质的字，而是描述关系，因为这是你跟他的关系，谁有这样的污名，那一群有污名人在一起啊，那就强调，那你的污名跟我的污名是不一样的
啊，居于劣势的人，应该这样讲啊。我就曾经就是翻译这个的学生，他的硕士论文是我指导的，他研究盲人，这盲也有他的程度的差别啊。法定盲人并不表示他看不到啊，只是他视力很弱啊。后来翻成弱视者，但是我们一般的盲人就以为他是看不到的。那当然在弱视者里面，这个看不到的是一个极端。然后另外极端就是他是弱势，那这都在所谓的盲人的范围内，法定的盲人的范围内啊，所以像这个就是一种关系啊，他们对我们对这样的人啊，明眼人对他们来讲啊是一种关系，那他们彼此之间也常常因为你的这个盲的程度的不同啊，而在盲人圈里面也有他的不同的地位。我这个当时看他写这个论文，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好，他说我们关系的一种字是用来污名化一种人的特质，或是另外一种人的平常性啊。对于盲人，这个盲人来讲，那个他们都是盲人，就是没什么特别。可是他只要一出离开学校，一离开盲人圈，那他们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群人啊。那如果在盲人学校里面，你想啊，那我们这种明眼人就是一群很特别的人，因为那学校的设备什么的，应该都是因为盲人着想的。啊，对我们这种明眼人是不太需要这样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这个就讲说，会是另外一种人平常性，就是平常与否，就看你在哪一个圈，每一个不同圈子里面有它的不同的平常性，这简单讲是这样，啊，现在都强调日常了啊，谁谁的日常这样，所以它本身既不是值得称誉的 creditable， 也不是不值得称誉的，这个时候真的很难英文翻译哈，我这个都是在他们英文译本没有出中文译本没有出现之前的我的翻译啊，就它 creditable 可能的可以的可以被有 credit 跟可以被没有 credit， 你要这样的理解啊。好，那这个它有两种社会身份或两种认同。Identity 这个字可以翻成身份，也可以翻成认同。通常翻成认同是强调一个过程或它的结果啊，身份就绝对强调它的结果，这样啊。那他那时候没有电脑哈，所以他这种虚拟就是假的例子，不是真的。虚拟的社会身份啊，就是外人赋予当事人的范畴跟特质 ，virtual social identity 啊，这个通常我们所谓假扮的身份啊，或者他的认同。另外是真实的身份。啊，还有这个可以当事人可以被证实拥有的范畴，譬如有人是台大学生，有人是假台大学生，啊，我就这次在大陆的某一个城市，就不讲哪一个城市啊，有一个人就跟我照相啊，我就很高兴地跟他照相，人很客气，后来这个人就把他的我跟他照相放上他的这个他们的微博啊，就有人看到，我当然没看微博。那孙老师，这个人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就是听完我演讲，然后跟我照相啊，人也很客气啊。他这个人呢，经常在他们大学里面听课，啊，然后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啊。大陆听课也跟台湾听课也差不多啊。然后他就宣称他是他那个学校的学生，只是不是那个系的学生，啊。后来有人大概就，反正现在有很多人很无聊，大概就挖他的，就是把他的身份挖出来，他其实也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啊。那为什么假冒那个学校学生呢？啊，我都没有人知道啊。他说反正他就是来听课，但你听课不是学校学生，你听课什么关系呢？这其实没有任何的那个哈，因为在我们台大也是一样，在美国真的就不太一样。在哥大的话，你听课因为那学费很贵，所以你听课老师会不让你听的，啊，同学也会觉得你占了他资源，啊，虽然我不太懂我哪里占你资源啊，除非你有一个人没位置坐，然后我坐了你位置，对吧？那除非是这样。那不是的话，反正教室很多空位啊，你都可以来啊，啊，美国人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你没付钱，啊，所以有些在美国生活过的台湾人啊，年纪大回来要想在台大听课，我就碰到一个，他就问我说，请问在哪里缴钱？他还打电话去教务处说他来台大听课，是不是要交钱？那个人也很讶异说，怎么会有人有这个问题？啊，在美国你这个真的你要花钱去听课的，在某些学校，台大不用啊。所以他就非常高兴跟诧异，你们台大提供那么好的内容，然后一毛钱不收，啊，就像我们网络课程不用钱一样，啊，他觉得他那么好的事情，啊，他觉得不可思议这样啊。那你们台大学生，我说台大学生都不听课，所以我们欢迎旁听的人就这样，大部分台大学生不听课。反正这里面他就有两种身份，一种是你不是真实拥有的，一种是你真实拥有的，简单讲。那一种是人家说的，
人家说不一定是你说的啊，啊，那第一个人可能不知道对方说那个人谁啊，我们别的系的学生吧，啊，他这个吧其实也是一个怀疑的用语，那别人说那人谁啊，哦，他说是别的系的学生，那个吧就不见了，然后最后再传就说他就是别的院的学生啊，就这样的，然后最后他也没说啊，也没人真的去问他，然后就这样以讹传讹，以讹传讹，最后责任归属在哪里呢？啊，所以这种以讹传讹的情况，其实现在都可以抓出来嘛。啊，上次不是有关这个日本地震还是什么的那个观光客的问题嘛，就抓出了一个学生嘛，就那学生的账号是被人家共用的嘛，啊，就是一个女的啊，第一个发这个消息的，所以这个现在要找谣言的头，相对而言是很容易的，啊。好，那这个什么叫 discredit 跟 discreditable？ discredit 就现在啊，你已经知道他有过不名誉的过去，就 discredit， 这个就是一个过去式啊。discreditable 就是说你的那个不名誉的事情还没被揭露的情况，就一个已经是被揭露，一个就没有被揭露，所以要可能不名誉。这样翻译当然有点生硬了啊。他说污名呢与同义词都可能隐藏着双重观点。有污名的个人所承担的差异性是已经被知悉的，就 discredited， 或者当场很明显的哈，盲人通常啊就戴着眼镜，然后拿根棍子，那很明显的，对吧？你看到他，你大家都会让啊，那很明显的，或者他所承担的既不为在场人所知，也不被他们当场识破啊。那在前者的情况下处理的就叫不名誉，后者是可能不名誉状况。譬如说做不爱做啦，就有这个可能啦。你假如是盲人做不爱做，但没有人会说你。你戴个墨镜，拿根棍子，或戴着导盲犬，对吧？如果呢，你是好手好脚，坐在不爱坐，当然就有正义魔人，就说：“哎，年轻人让座。”哎，如果那天真的很不舒服，这个也都新闻上有嘛。你真的很不舒服，你需要坐，你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你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的那种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如果你是看起来啊，你已经这个拿着根拐杖，你是什么残障人，也不会有人说你啊。所以常常会出问题，就是那个表面上看不出来的那个人，啊，你真的有那个需要，但表面上看不出来。所以有一阵子他们在考虑要不要废除不爱坐，啊，我今天的网络新闻吧，所以说日本，啊，就也有的公车有不爱坐，结果呢司机很困扰，因为说日本年轻人也不坐不爱坐，怕麻烦，所以明明有位置都站着，公车司机认为这样非常危险，所以公车司机也希望他们。了解到不爱坐是有需要的人来，你要让优先礼让他，并不表示那个位置只有那些人能坐。那我在台北坐车也常常这样，不爱坐没有人坐，啊，有人站着他也不敢坐，不敢坐不爱坐。这对现在公车司机还紧急刹车啊！你最近看那个谁就出了事情嘛？他坐在轮椅上都几根肋骨都跌断，所以别看在市区公车行驶的速度不高。啊，他紧急刹车的时候还是会出事，坐的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那这个事情记者就问我，我说这是个人判断力的问题，你难道因为一两个人要因噎废食吗？啊，他说就干脆不要不爱坐。我说不是这样，不要不爱坐，真的就不会有人让坐。我说你有不爱坐，好歹他只是就需要的人他要坐，真的可以坐。我说我现在到了需要的人的这种年龄阶段啊。有位置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像我妈妈这种站年纪大一点，她真的是不耐站的，啊，你真的有个不爱坐，对她是比较好的，啊，这个是这个情况。所以不名誉的，如果你可以看得出来的，那当然的问题很小。那你常常就是那种看不出来，像我有时候会给人一种冲突的影像，就是我的胡子看起来是年纪很大，但看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年轻。啊，还没有到要让座的样子，所以我是只要有座我一定会坐，但是如果没有座我也不会要求人家让座，啊，有时候我还故意站在别的地方拿出我手机在那边看，这样，比方说你看我也玩手机这样啊，我还没有太老，啊，另外还有特别不同的污名，就身体上的邪恶之处，啊，各种样子的畸形，啊，有的脑性麻痹的人在外表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很多人搞不清楚，啊。那也有那种像人啊，现在真的比较少啊。以前台大前面地下道有一个人，这脸部的那种啊变形啊，他就是一个像人，像大象一样。以前有个电影叫《像人》，啊，你们这时代大家这电影已经老了哈。
他就是脸部上你就看到了呢。台大医院常常有一些人身体上面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外部的这个跟畸形啊，或者侏儒，有时候你会不小心会把侏儒看成小朋友，那你看，哎，他不是小朋友，他是侏儒，那对于侏儒你该怎么称呼啊？那有人说小人，听起来像骂人的话，对不对？小人啊，因为在英文，他们有人就希望你不要叫他 midget， 不要叫他侏儒啊，也不要叫他 dwarf。他们觉得那个是很对他们来讲很大，那叫他什么？叫 little people， 就小人呢。所以如果你直接从英文翻过来，就真的叫小人呢，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如果你跟那个人还熟，你就问他说：“那请问我该叫你什么，或者该叫你们这样的人什么？你们会觉得不受到侮辱或歧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如果有机会啊。我认识一个人，他就说，我问过啊，他说他们就叫小人呐、啊，就你不要用那种君子小人那种小人，那就是小人，他们可以接受啊。所以很多这种残障人士，他们现在慢慢有这种证明运动，希望你叫他们什么，不要叫他们什么。像原住民以前都叫山地人，那更早还叫环呐、啊，这个当然是很有历史的成绩，对他们很不尊重。你现在叫人家山地人，很多人都还不高兴，啊。那像长一辈的人，他们就习惯了叫山地人啊、高山族啊、山地人啊这样啊、你要叫他改，能常常提醒他，他还可以啊。所以像这个名词的改变啊，这个变化非常的快。还有个人的性格上的瑕疵啊，譬如说我们常常觉得有人是吝啬鬼这样啊，色鬼、吝啬鬼啊，讲话色咪咪啊，这个大家都不是好事啊。他意志薄弱，作威作福啊，故作姿态，邪恶或者僵化的信仰跟不诚实，这些都是从已知的记录推论来的。譬如说精神病人、坐牢的人、毒瘾、酗酒、同性恋啊，同性恋在当时啊还认为是疾病啊，所以他常常会举这个例子啊。现在当然应该都不是了，但是还是有人啊，尤其信教的啊，西方基督教的还会去矫正他的性倾向啊。这个有基督教的。牧师跟神父吧，啊，有一些极少数还是会做这种矫正的训练啊，你是同志，他把你做矫正啊，这个都是很悲哀的事情啊，这个时代还这样，失业啊，失业的很多人，像日本人啊，有一阵子有失业潮，他们还是每天出门啊，这个电影都有演，然后就到公园去。坐在公园里坐一天，让家人不要知道，不要让家人知道他是失业的，啊，不然他这样子会对家人的那怎么办呢？你毕竟还是失业的，啊，像这个失业的问题啊，自杀未遂啊，像有人割腕呐，然后没死啊，那你将来割腕怎么办？你就带一个手机呢，特别是女孩子啊，或者你就穿长袖的，啊，你只要吸毒常常打针，你就穿长袖的，就可以把它遮住啊，你平常就不会被人家问东问西，或被人家歧视，哎呦。你的手怎么了啊？然后有人哪里开刀啊，或脖子，然后就常常戴一个高领的衣服啊，你就不会被看出来你这边有疤痕呢、啊。啊，像这日常生活都有，不一定是你是什么，有时候你只是为了美观或什么啊。还有国家、种族、宗教的污名啊 ，tribal stigma 啊，譬如说那个在欧洲的哈、啊，这个回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们女性要弄头巾啊。叫 Burka 还叫什么？法国人就立法规定他们不能戴头巾呢、啊，就引起了很多人觉得你这国家怎么可以干预别人的宗教信仰呢？啊，人家戴头巾有他宗教那个、啊，引起很大争议，说小学生进学校不能够戴头巾，啊，我在台北哈、啊，偶尔看到小学生戴头巾的哈、啊，我想他们家一定伊斯兰教徒，我们台湾就没有这种不准小朋友戴那种的规定，没有。但是我的学生的其他的课堂的报告还是觉得，台大基本上对伊斯兰是不友善的，啊，所以一些信伊斯兰的人，然后这学期报告也有，上学期也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个问题啊。好，所以这个是三种特别的不同的污名啊，然后还有常人的污名理论，我们一般人啊，从定义上来讲，我们相信有污名的人就不是完全的人，啊。这个信念呢，也常常就啊，他缺了什么？比如说，哎，他这因为受什么原因，然后断了一只手臂啊，或者他脚断了一只脚，四肢不完整的人，我们觉得他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啊 ，not quite human。也就是这个假定，我们运用了各式各样的歧视，纵然经常是没有想过的，
或者有效地减少了他的生活机会啊 ，life chance 啊。我们建议了一个，我们建构了一个污名的理论，一种用来解释他的低劣跟他所代表的危险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建构出来，这人很危险，这人需要帮忙啊，或这人过马路可能没办法那么那个啊。以前我最早的时候教书，就有一个人说他就，亲眼看到一个人扶人家过马路啊，然后把人家的义肢给扯断扯下来了。啊，因为扶着过马路啊，走的比较慢呐、啊。你就说，哎，快一点啊，那个灯号快结束了。你也不知道他那是义肢啊，就没想到这个你快他慢，然后那个义肢怎么就脱落了，然后就弄得非常尴尬，这样啊。这个当然在电影里面这种情节通常在电影里面有出现了啊，但日常生活中真的是比较难看到的啊。因为大部分人也不太会扶人家过马路了啊，所以你刚好扶人家过马路，然后刚好人家有义肢，你不知道，然后就搞成这样啊。真的是很尴尬很尴尬的情况啊。好，解释他的有时候用来合理化我们对他差异的敌意啊。所以呢是社会阶级的差异啊，有些人这个可能来的家庭生活比较困苦啊，他吃东西的样子啊，或者他会把东西吃干净啊。那有些我们的家庭的人就东西就不要吃干净啊。所以以前我们有被教到说，你到外面去吃饭啊，千万不要把东西吃完啊，你要留一个让人家吃。那我是那种从到外面就是一定要把东西吃完的人呢，啊，人家给我倒多少东西我都把它喝完呢，然后给我装多少东西我都把它吃到撑啊。那很多人就误以为我很喜欢吃，所以我一吃完他就在装，我一吃完就他就装啊，我一喝完他就倒。有一次我终于很熟了，就跟他说，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哈，我只是习物，你给我一定吃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给我，啊。所以，可是有人误会啊，就哎呀，宋老师，你真那么喜欢吃？我说不，啊，所以这个你如果跟我一样有这种习性，最好告诉人家一下啊，免得人家真的认为你超级爱吃的东西。我真的不是，啊，真的不是啊。所以以前刚开始不知道，也没机会讲，尤其第一次见面的人，可能也最后一次见面，然后就非常热情，然后弄得我也很尴尬啊。好。他说：“有时候用来合理化其敌意，譬如说社会阶级的差异。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特殊的污名智慧啊词汇，譬如‘跛子’啊、‘掰咖’啊，台语讲‘杂种’啊，这就是骂人的话啊，‘白痴’啊，这个也是骂人的话啊，在很多文化，这个字都是骂人的话啊。然后当作譬喻或想象根源啊，没有好好想过这些词汇的原意，我们也会因为它原来的不完美，再多加给它更多更广的缺陷。”啊，同时还赋予它一些可遇却不受欢迎的特质，通常跟超自然性有关，啊，这个譬如说第六感执行术啊，那个残缺的人啊，或者小孩会癫痫的人啊，他是羊癫疯，一般来讲，进到这个状态，你想啊，这个人大概很有神性啊，晚上请他来当鸡好了。所以有些精神病的一些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被请到庙里去面当鸡，啊。我一个学生就当过两年的当机，啊，因为他们，你想让一个家长接受说这是神愿意接受的小孩比较容易呢，还是说他是精神病人比较容易？当然，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你说啊，这是他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神明哈，三太子的那个特别喜欢他，所以那个你去帮三太子服务，然后晚上去那个进入这种状态，他很自然就可以，或像某种程度可以比较容易进入啊。觉得他有某种程度的神性啊，啊，他当两年当机情况没有改善啊，啊，所以不是通灵的人啊，像那个电视上演的那个人啊，他就是好像有很正常的生活。有人其实是很痛苦的，有人其实是很痛苦的，但你又没有用现代医药，所以这是两难了哈。有人认为现代医药治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不愿意去寻求现代医学的那个路子，那就走上传统当机的位置啊。那有的人会，有的就癫痫啊，他说进入状态，然后口吐白沫，你就啊，三太子附身了，三太子附身了，你从这种解释也是解释得通的啊，啊，只要他没有真的很大的那个，真的就没有醒过来或什么，那都还可以啊。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啊，就是所谓第六感执行术，有的就是这样子啊，就特别我讲的比较多是当机的问题啊，所以那学生自己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哦天哪，我还真的认识到你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以前我在书上读过啊，所以当机是怎么选的？当机不会从好学生里面选的，当机从身体上面有某种特殊的那个啊，所以怎么样把这个不受欢迎的特质啊，他是精神病小孩啊，你就这个人就大概就毁了吧？
啊，你说他是当机啊，他有当当机的材料，他是什么某某神明最爱的义子，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他谁也转世，那对这个家长，对这个乡里的人，或对旁边人来讲，他的那个价值就变得很高嘛，就不会只是一个精神病人这么低的价值啊，啊，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哈、啊，对我们认知这样的人，跟我们所谓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人，其实我们一般人我们都跟别人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两个概念很有意思啊，看起来叫一个叫正常化，一个叫常人化，一个叫 normalization， 啊，这个在外交上面也有所谓的正常化啊。以前我们台湾还是中华民国还是这个国际上唯一承认的中国的时候啊，那美国要希望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那个就在一天到晚新闻讲要把关系正常化，啊。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因为我们那时候叫中国啊，啊，所以你们这个时代，你们的那个经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以前中国就是我们啊，就是中华民国啊，所以简称中国啊。啊，中国那时候只能在台湾啊，这个后台澎金马啊，我们那时候会这样讲，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所以那个正常化也有外交的意思。那等到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到联合国以后，那中国就已经不是我那个时代已了解的中国了，在政治上啊，所以你们现在是这样，就是有这个世界政治的变化。那这个正常化讲的不是政治的话，是讲一般人怎么样变成正常人，看起来跟别人无异这样啊，不会标新立异。那常人化就 normification 啊，怎么把自己变成常人化？啊，一个有着礼遇污名 courtesy stigma， 就是正面的啊，对你的污名是强调正面，是正常化的典型啊，因为它展现了常人为了将被污名化的个人当成没有污名所做的一切啊，譬如说你这个残障坐轮椅，但你能打篮球，轮椅篮球赛，篮球赛是一般所谓正常人的行为，你坐轮椅也能打。正常化跟常人化不同，因为被污名化的个人会努力这样子展现正常人啊，这个是常名化。这从应该这样讲，看你从哪里来看，常人化是从所谓的没有常人的这个特质的人，去表现的跟常人一样，你去认同常人那个。譬如说，你看这样讲对，打篮球应该是好手好脚人做的事情，你不是好手好脚，你也能做，这就是你去向我常人化靠近，变成常人。那正常化是从常人立场来看，看所谓的非常人，你怎么跟我们不一样？你可以怎么样跟我们一样？啊，譬如说正常人有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所谓的残障人士就有一个 Para Olympic， 他也有一个叫什么残障奥运，对吧？残障奥运呢，就是机会均等嘛。那你的都不一样，你能跟我们一起比吗？不公平嘛，残障跟不残障人比奥林匹克不公平嘛，就像男人跟女人的那个游泳啊跑步都不能一起比嘛，女性是女性，男性是男性的嘛，那要一起比还能比吗？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所谓的身体上的问题嘛，啊，那有一些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嘛，那有一些是有嘛，所以性别还是真的是有它生理的一面，从运动上来看就是嘛。好，另外一个概念经常被提到的，那好，很多人不会。每次我一看到有人讲 moral career 啊，在以前的我参加论文口试，我就说那什么意思啊？然后学生每次咿呀哇啦都讲不清楚。我说第一个就是你看嘛，他这里有个界定哈，我说你看原文哈，我都告诉他，一个具有特殊污名化的人，在他们的缺陷上面会有拥有类似的学习经验，自我概念上也是类似改变。好。也就是一种类似的道德生涯，是个人致力于适应时的一种类似的顺序的原因，也是结果。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时间点，有一条时间的线，这条时间线呢，你在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 T1 T2 T3 你呢其实都会有一个适应的状态，适应就是人我的关系。所以翻译的最简单的翻译就是，在一个时间的发展上面，你的这个特殊的状态跟别人的互动产生了什么变化？简单讲就是这样，这叫道德生涯。为什么叫道德？其实跟那个道德，我们一般意义的道德是没有关系的。Career 本来就是一个发展的状态，那这个道德其实强调就人我之间的应对进退的问题。所以人我之间怎么样的在一段时间内的应对进退，简单讲就是道德生涯。精神病患在进入精神病院之前，
然后在精神病院之内跟出了精神病院，这是一种 moral career， 他跟别人的关系，别人怎么看他，他怎么跟别人互动，所以这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啊。所以道德生涯翻成中文听起来非常奇怪啊，好像这跟道德有关，其实这跟道德没有关系，是跟人际互动。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翻成人际互动的生涯啊，或者翻成人际互动在时间上的演变，讲这么长就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很多名词啊，很多人喜欢创这些名词，可能有它特殊的考量。这 moral 这个字啊，翻译以后又有别的。它道德生涯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说这些社会化的过程的一个面向，是被污名化的个人透过这个过程可以学习到，而且并入常人的观点。你要知道别人怎么看你啊，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 George Herbert Mead 自我跟他人的关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一个关系啊。你看到别人怎么看你，然后别人看你的方式如果有改变，你要怎么在相继去调整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所以呢，获取更大社会的身份或者社会认同的信念，以及一般人对于具有特殊污名的人的看法。所以这有两派人，一般人对特殊污名的人跟特殊污名的人知道一般人的观点以后，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行为，两种啊。然后说另外一个面向，这个被污名，而且可以具细迷的知道这种污名的后果。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时间点，有个原因的后果。道德生涯这两个开端的面向的时间跟互动，所以这边重点一个是强调时间，一个强调互动，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辨识被污名化个人所面对的道德生涯，所以被污名化的个人跟要污名化他的人啊，怎么样的互动，然后经过了怎么样的时间。所以重点就是互动跟时间的两件事情。所以刚刚才会讲说，如果把它翻成人际之间的互动啊，或者人际之间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互动，其实是就是能抓到这个意思啊。啊，常常有些社会学家，我觉得他们讲，他们可能有表达能力的问题啊。我有时候看完了，我觉得好像在搞翻译啊，怎么样把他们的话再翻成容易一点的？虽然我这个都先把他的文章翻译了，翻译以后呢，有一些我翻译的时候都尽量翻译直译啊。然后再用一个意义的方式来解答啊，所以我好像在做一个诠释的工作啊。它有那它分类啊，就在分了四种道德类型。它第一种类型是这个你知道也好，最好你忘掉啊，因为记住也没有太大意义啊。那第一种类型生而具有污名的人，他在社会化的学习过程中就碰到了这种对他缺陷的不利状态啊。你学校来了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在某一方面是需要大家照顾的啊。那怎么学习迟缓啊？或者如果以前有一个没有四肢的人，日本有一个，澳洲有一个男孩啊，这还有电影，还是有什么书，五体不满足，对，那个人还出了书，然后变成日本的榜样偶像，因为他就是坐在一个轮椅上面，对不对？好像是没有四肢还是没有什么，这人竟然有外遇，你能想象吗？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啊，他有外遇啊，或者是很大的新闻啊，然后还跟国民道歉啊，这样我才知道说什么一物扬匡是吧？对对对，就这么一个人啊，所以这是他生下来因为没有的那个四肢，他不是因为后天什么爆炸什么的那种啊，那大家就会对他特别的好啊，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已经那么不方便了，很多的人就会让给你啊。那他举的例子啊， Goffman 举的例子说，孤儿从小知道自己的是爹娘不要的孩子，这他们都知道的事情，不然就不会在孤儿院里啊。那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这是最大的问题啊。那这些在孤儿院养这些孤儿的人又怎么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人家都有爸妈，你都没有啊。如果有一天你在孤儿院做事，你想那小孩问我说，为什么爸妈不要我，你怎么说啊。好，第二种类型是一个家庭或者是当地的邻居替自己的下一代建立一个保护的设施，这个设施之内，一个天生被污名化的小孩可以透过资讯控制被小心翼翼呵护长大啊，你可以跟外界世界完全隔绝啊，不要让外界世界知道你的特殊的状况，然后你就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小孩，因为你跟外界完全没有来往啊。这以前有一个电影，这一很早，他生了一个疾病，他得住在一个泡泡室里面，就是一个塑胶，这个还拍过电影啊。
他家里呢，他不能跟外面的空气什么接触，所以他家里就把他做了一个类似像大的这个这什么塑胶的那个那个管子什么，他就在那屋就在还在他们家里面哦，他可以这样走来走去走来，有点像太空站那样子的，他就活在那里面，他不能接触正常的空气，啊，有这样的人啊，以前有拍过电影，我们就说哈，有这种人了，有啊，啊，小心被小心翼翼的呵护长大呀。嗯，这个不跟外界接触，你就是控制资讯控制啊，小心翼翼被呵护长大。还有人是私生子，他一辈子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也有啊，啊，有一个人被号称他妈妈说他是辜振甫先生的这个外遇啊，在辜先生过世以后呢，因为辜先生生前好像每个月还要给这对母子母女。啊，一堆钱。这女的那时候三十几岁，现在大家不止了。上看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女的在被她妈妈蒙骗了三十年，说她爸爸是辜振甫。后来辜家的人不愿意出这笔钱啊，辜家人不是说她小气不愿意出这笔钱，而认为根本她就不是她爸爸的私生子、私生女啊。对方当然不信呐、啊，啊，那不是她当初辜先生活的时候为什么每个月给我这么多钱，然后抚养我们家？那后来辜家后来这是上新闻的哈，这个我讲的都是新闻的版本，我没有什么内幕啊。后来就做了 DNA 检定，发现这个私生女号称私生女跟辜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这个人不就是小心翼翼的被资讯控制、被呵护长大，到了三十几岁以后，在社会的大众面前啊，真正曝光了他的真实身份，不是他一直相信的身份。然后更糟糕的是，他妈妈跟人家要钱，然后这次没要到，这不是更糟糕吗？对不对？你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然后又被骗了、啊，那你想将来的母女关系怎么办呢？你自己小孩被骗三十几年啊，说你是谁谁的小孩，结果不是。好，第三种社会化类型的写照是到生命晚年才被污名化的个人，或者到了晚年才知道自己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不名誉的啊。前者是对于自己过去不需要大幅修正，后者的需要。啊，你被挖出你的黑历史，这样啊啊！你家附近住的一个很有钱的人，原来生前是纳粹，或者他以前是纳粹军官啊，在阿根廷，很多纳粹军官后来逃到阿根廷啊。然后这个犹太人就应该追杀这些当时在纳粹集中营服务的人，或者跟纳粹有关的人。所以很多人的黑历史被挖出来啊啊！有一个叫 Klaus Barbie 吧啊，九十几岁了还被抓到啊啊！犹太人都不放过这种战犯的、啊。啊，不像我们是以德报怨呢 啊，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我们现在也不以德报怨了啊，以德报怨是有一个时代的事情。好，第四种类型最初一个异社群中的社会化，不管是不是在常人社会里的地理界限之内，然后后来学到第二种生活方式，被周遭人认为是真正而有效的一种啊，比如污名前的友人呐、啊，你还认识一个导演，这导演就哇好有才华、啊，等他说哈他强暴过人了、啊，哈还不止一个、哦。啊，污名后的友人，那这啥叫友人吗？我不认识他啊，他竟然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啊，真是让我太失望了哈、啊！我跟他不是朋友，从今以后我们断交，绝交啊！这是污名前后啊，啊，这个，嗯、啊，好，那提供社会资讯的符像，符像是 symbol 的意思啊，比如地位符像 status symbol， 这为什么那个精品业哈、啊，精品业其实卖的有时候不是东西而已啊。是他地位象征，因为这一般人买不起啊，所以你穿那个你就知道，或你带那个包你就知道，哦，他买的是什么包啊？那当然要对那个懂得那个包的人，声望的符像啊 ，prestige symbols 啊，啊，比地位符像这词要好一点。就有人有一个东西是他声望的符像啊，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是这样啊，声望啊，比如说台大啊，对对对，台大，哦、啊，台大老师啊，开玩笑。还污名符像啊，也是一样 ，stigma symbol 啊，有人不希望被看成老啊，所以像白头发，某种人某些程度，很多人认为是老，所以有些人要染头发，希望不要被人看出自己的老啊，就有人对我的胡子有意见，说你其实没那么老，我说什么意思啊？那你看起来有七十几，啊，我就觉得。怎么都有七十几？你是怎么看的呢？你是在哪个文化来的？七十几啊？哎，你胡子剃掉，看起来也不过六十。那我现在就六十啊，不剃胡子我都六十，我干嘛剃了胡子还六十啊？那我干嘛剃啊？对不对？神经病啊！我五十几的时候就有人这样讲啊。
所以这个 stigma symbol 好像留了胡子显老。我说显老什么不好呢？我们这种文化是强调老人是有智慧的、啊，他显老就表示没能力啊，啊，你上课可能无聊啊，啊，你这人可能很保守啊，啊，你这人的政党倾向可能是什么啊？就开始根据老就已经可以发展出一个对我的一个侧写这样的啊 ，the stigma symbol。那怎么样消除这种认同的这个指标 disidentifier 啊？譬如说我要是犯了法，我要是去抢银行，抢完银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把胡子剃掉啊，对吧？这是很合逻辑。只要我不剃胡子，你就知道我大概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哪一天真的把胡子剃掉，那我一定发生什么事，要不然就我痴呆啦，要不然我做了什么坏事啊，然后人家说那个有胡子，我们现在正在抓一个有胡子的人，我没有，对不对？你们这人一做了坏事你怎么办？把胡子留起来吗？那得搞一个礼拜以上啊，你留得起来吗？懂吗？除非假胡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 disidentify 一个记号，不管在事实上或者希望打上，打破了一贯的图像，使得虚拟身份啊或者认同的有效性到深度的怀疑，就称为消除身份或认同指标啊。有一阵子呢，有些人啊，这个真的也是时代的关系啊。中国他在韩战的时候，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支援北韩，那叫那个运动叫抗美援朝啊，抵抗美国援助朝鲜啊。有很多中国军人去，然后有军人呢就带10000多人吧，当场就被美军俘虏了。俘虏以后呢，就问他们是要回到中国啊，还是到台湾来？有些人好像还是大部分人都回到台湾来，那时候就叫反共意识啊，反共意识。这个在你们这时代没有，我们那时代因为两岸很紧张，就叫反共意识。反共意识为了宣誓效忠啊中华民国啊，所以就在手臂上面刻反共复国或反共抗俄刺青啊啊，那才表示你是真正的投降，真正的不是装的，不是匪谍啊什么那样啊。结果这个好了，谁知道到了1980几年后期开放探亲呢，你有个反共抗俄，你怎么回去啊？这不尴尬的吗？就很多人去消除刺青，这有点类似这样啊。或者比较平和的故事，不要讲这种战争的这种哈，两岸对的，有人交往的时候感情很好啊，就刺青啊，把对方的名字刺在上面啊，尤其英文啊，像跟 John 碰到 Mary 就刺一个 Mary，Mary 就刺一个 John， 两人翻脸以后怎么办呢？你只好把名字改过来，有个电影明星好像也是这样的吧？啊，要不然就再找一个名字一样的人，对吧？说你看我天生注定该跟你在一起啊，你看名字都刺好了。那是看你怎么说了。那他举的例子是受过教育的美国北方黑人啊，到南方访问时要操一口好英文，让他知道我虽然是黑人，在美国南方黑人都是教育程度低的，阶级低的，但是我是受过教育的，所以我去了讲英文讲得好，就表示我是跟你们不一样的，跟一般黑人不一样啊。这很多人都有这个啊。那有的大陆人来台湾啊，就希望学一点台湾的口音，他觉得台湾的讲话都很软啊，有人就介绍说啊，这孙教授讲的那种软调的台式普通话，我想哈，什么叫软调台式普通话啊？这我完全不懂啊，他们懂啊，反正那个有宣传人就这么说啊。那还有都市下层阶级黑人的头巾跟短字啊，就是那个当然不同的时代，在美国60年代黑人是留爆炸头的啊，包括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有过这个时期。到后来是都剃几乎光头啊，对黑人来讲处理头发可能是比较方便的这样。那昨天我看到新闻讲到日本的高中棒球啊，这是一个传统甲子园的，那为什么高中棒球的球员都理光头，说好清理，而且有什么团队的精神什么，讲了半天就像我们当兵一样，当兵也说为什么头发要剃掉，就希望你不要烦恼那个洗澡也快一点啊，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精神传染病啊，然后消除你的差异性，你所有地方都看起来都差不多啊，穿上军服有，那你污名要怎么处理？你好印象都要处理，那污名怎么处理？污名处理是社会中基本事物的衍生，我们对某些行为或性格的规范的期待的刻板印象或者是侧写啊，就是跟污名有关。
那污名处理的范围可能属于公共生活，存在陌生人跟点头之交之间，在他允许另外一段是亲密。你如果跟一个有污名的人是亲戚或者住在一起，你所跟别人的就不太一样啊，你就会对他们有比较多的了解啊。啊，处理污名的整个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们是否亲自认识被污名化的人。对，你如果认识一个人啊，你对他们的这个就会聊得比较多。我有一年被请去资源教室，每礼拜五跟他们聊聊天啊，谈谈他们的爱情问题。后来聊天的机会多于谈爱情的机会啊，聊了一个学期啊，我就真正的了解到，因为以前知道他们都顶多他们上课，我就真正知道啊，这些资源教师就残障学生呢、啊，各种残障情况的不同，啊，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样啊，所以这也是亲自了解他们，这个就你就那污名你就看不见，你不了解他们，你就会觉得他们污名。我甚至还学会听一个脑麻的一个学生讲话，我刚才去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啊，而且他讲得很慢，然后我这人有点急，我每次都觉得你就可以讲快点，你可以讲，然后就按快转那样啊，嗯，就没有用啊。后来哎，我大概第二次、第三次，我大概花时间啊，我终于那个老师说，孙老师，我真佩服你，你真的一次两次你就可以听懂他讲什么。我说对啊，因为我很认真听啊，啊，真的他真的在表达上面，因为他是声带里面发生问题啊，他能发出声音，但是你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所以你真正认识他们以后，真的那污名就不见了，因为后来听他讲话，我都听得懂啊。所以别人听不懂啊，但我听得懂了、啊，所以我就超越了那个污名啊。对我来讲，那已经不是污名的问题了，已经不是我哎，他讲什么我听不懂，我都已经完全听懂他讲什么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人跟人之间啊，如果真诚的相处啊，很多污名其实都会去掉。然后还有蒙混的自然循环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希望让别人知道，让别人知道对他不利。所以他就会叫做 passing 啊，这个反正蒙混，因为中文的蒙混有点不太好，好像有意要欺骗人。那他们不一定是有意的啊，不是他们是有意的，但不是要欺骗人而已。他某种程度希望对自己也好，所以那个欺骗不是就是为了榨取你的同情心等等，不应该有这样子的偏激的意思啊。但真的不知道怎么翻译啊。他说循环开始于蒙混的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已经会的不自觉的蒙混。这你从分析观点来看啊，然后进入无意图的蒙混 ，unwitting 不自觉的到没有意图的，那中途才被蒙混的意外发现，然后进入为了好玩的蒙混，啊，为了好玩的蒙混啊，那社会例行事件的非例行部分的蒙混，譬如休假的时候或旅游的时候啊，日常例行场合的蒙混，还有工作时和服务时制度，还有最后就消失。啊，在生活中所有领域的完全蒙混，只有蒙混者自己知道。啊，这个骗子通常都做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个残障的或者其他的。那他污名化的个人的日常可能的三个场所，一个是被禁止的场所，不让你这种人去的。啊，像这种人是被禁止入内，一旦身份曝光就会被驱逐的。啊，譬如说男性俱乐部，然后你是女扮男装进去的。啊。或者像台湾的谁到大陆去，然后宣扬民主，然后被抓起来的，啊，或者台的大陆人来台湾啊，宣扬共产主义，然后被抓起来的，啊，这种都是一样不受欢迎的人。那这是政治上，那其他也是，你如果去赌场啊，然后你去劝人家不要赌博啊，你是和尚或者什么宗教人士，那也是不被欢迎的啊，对不对？人家当然把你赶走啊，啊。或者你到什么妓院去，然后你怎么样，那一样嘛啊。礼貌的场所是吧？像这种人一旦身份曝光会被谨慎的对待，例如他们是不被接受，往往他们也是不被接受。譬如说私人俱乐部里面你记者混进去了，一旦知道你是记者，你想要揭露什么人，你就会被请出来啊。那当然，因为私人俱乐部不可能把你做得太糟糕嘛，那就对不起啊，那就不会把你什么断手断脚啊，抽断你脚筋啊，这种黑社会我们经常听到的这种很可怕的礼貌的场所，他不会做这种事，就请你出去啊。在有名的餐厅里面，如果你做什么不当的事情，那就请你出去，就这样，他不会做什么啊。后方的场所 back places， 像这种人可以安心表白身份，不会被排斥的啊。就是当然通常都不是在内。然后蒙混者的心理状态，他这里讲了几种啊，我就跳过就不讲。然后这里资讯控制的技巧，这其实日常生活中有的，隐藏或图具已经变成污名符像的记号，譬如说改名字。
如果你从监狱里面出来，你犯了一些监狱的事情，然后像现在 Google 大概都搜索出来，那你要出来如何重新做人？第一件事情就去改名字啊。所以你用新名字，然后你改名字以后到身份证去换，然后身份证号码是一样，但是名字是不一样。所以人家问你说你做过什么事情，或者人家不问你，人家去查你，你查你的名字不一样啊，查不到你啊，懂吗？所以这个改名字这种事情，在现在这个时代，某种程度也是还是有效的，只是它要多一层功夫啊，你还得查到你的身份证，大部分人都只查名字。第二，使用校书身份认同的指标啊，谍报小说这种 cover 啊，你这个有一套完整的那个假资料啊，譬如你要虚设行号，你要骗人，你在网络上设一个网站啊，说我有网站啊，你看这是我们公司网站啊，你上网去看一下啊，中兴传播公司啊，我们有旗下什么艺人，然后把人家的影片随便接过来，很多人去说，我不就是有了吗？啊，他刽子手出游执行公务时带着妻儿同行，避免目，这个大概是以前的美国的刽子手，台湾现在好像都是宪兵在执行枪击的呢。那最近因为也废死嘛，所以也没有多少人枪击，就是当刽子手啊。听说他们以前是几把枪摆在那里啊，然后你去拿，然后其中只有几把有子弹，然后你照样开枪，所以不要让开枪的有心理负担。说好就是你去执行那个杀人的任务，因为杀人就算是法律赋予你任务，你还是有压力的 啊有人告诉我说是这样，那有人说不是啊，有人要抽签啊抽到的就是你去啊你去，你就是他就你要背对他，背对着你，不要让他看到你，你不要看到他啊，有的是会蒙眼睛的，如果是正面，你看电影里面有，那台湾听说就是让他趴着，然后你从背后执行者，就在心脏里面，有人是这样说的啊。还有将自己的缺陷表现为另外一种比污名要轻的特质记号啊，就是你偷天换日了哈、啊。以前我这个跟这个略有关系啦，以前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还要检查头发，跟这个检查这个服装仪容什么的，结果你的头发太长啊，我们教官就拿着手指头这样啊，你的这个头发只要超过手指头，就是你头发太长，就要被处罚。结果你等下你就说，哎，五分钟后等剪完头发来见教官啊，你就剪完没，其实没剪头发，你就去见教官，说教官我已经把我的裤子改好了，那时候不准穿喇叭裤，教官会叫你当场脱下来，把你的裤底跟你的膝盖地方折一下，如果比较宽就叫喇叭裤，如果裤底比较一样就没有了。那你那天只要不穿喇叭裤啊，去了以后教官一弄，哎，果然是好，很好。啊，他忘掉的是头发的问题，然后就声东击西了啊，就把自己的表现为另外比污名要轻的特质记号这样啊。那另外还有说，将自己周遭的世界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他不告诉他们任何事情的一大群人，以及会毫不隐瞒帮助他一小群人，所以你还是有一个共谋的团体啊，这秘密只有我跟你知道啊，那其他人不要知道啊。同样污名的会互相帮助，一起蒙混其他人啊，像帮派一样。跟不同的人保持不同的距离，所以有些人你就不必花时间骗他。所以在坐飞机的时候或者坐火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会对旁边的人啊虚构，或者有时候不讲清楚身份，或者虚构身份，因为这样的话你一辈子不会再碰到他，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问题啊。自动揭露自己的状况，从一个要处理咨询员变成一个要处理不愉快社会情境的人啊，从一个可能不名誉的人变成一个已经不名誉的人啊。你自己明明做错事了，你就恶人先告状啊，然后那个人不知道，然后那个人就觉得哦，你真的被亏待了，对吧？啊，明明你是一个傲客，但你就说对方服务不好啊。那如果从头到尾都了解你的人啊，他当然知道你这个人是那个。但是如果你只了解一半呢，像爆料公社有些图片，就是讲后面一段嘛，后面一段当然对于那你只看影片，对啊，他怎么这样打人呢？你往前面看嘛，他到底干了什么嘛？啊，如果前后都一致，那你当然知道那个人是冤枉。如果前后不一致，那个人被打，某种程度是有原因的、啊，不是说打人就对了哈，没有这个意思哈，就告诉你说这种掐头去尾的这种爆料或者什么，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啊。然后社会身份跟认同啊，包括了这个社会身份跟这个个人身份，还有自我身份，他强调还有一个叫自我身份啊，这两个的差别。个人身份跟自我身份认同差别在哪？这是比较大的问题啊。还有他有双向感情，有自我出卖跟社会结盟的问题啊。
你怎么样？那个对，譬如说很多爱情电影，然后刚开始因为误会结合的，最后你什么时候要在哪个关键点说出你真实身份？啊，那这个也一直是一个问题，就是这类似的 self betray。然后社会结盟什么时候你要跟别人结盟啊？这个也是跟常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无名身份人跟常人在一起会碰到一个跟类似人接近的过程，这种双向情感就会特别明显。我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该说？你的朋友是个烂人，但你的朋友交了一个女朋友，你要不要跟女朋友的女朋友说她是个烂人，不要跟她在一起？啊，还有另外小丑化的禁忌，被污名化的个人通常被提醒不要小丑化，啊。说以及被污名化的个人在常人面前要极尽讨好的能事，比方说同类人被归因的坏的特质，导致在生活情境中的小丑角色，啊，你残障人士你就一定要卖彩券吗？我们大部分都认为残障人跟彩券是连在一起的，啊，你卖彩券的时候要表现出很可怜的样子吗？啊，你也许你应该不用啊，你卖彩券卖彩券，你可以很有尊严的卖，啊，那有人可能会说啊。啊，你帮忙我啦哈！我这彩券卖不出去，什么什么什么，也有人用这种在他来讲就是小丑化，你就没有光明正大的用你的专业。那长名化或非小丑化的禁忌，说被污名化的个人通常会被鼓励去鄙视他的同类中，把自己污名化当成是秘密，或小心翼翼在外在掩藏自己是污名的人，因为他你知道别人的秘密啊，啊。他假的啦，他根本就是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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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你就是因为嫉妒或因为同业，然后就会揭发你的恶行啊。简单讲是这样啊。如果你有污名的情况啊，好，就是这个 professional presentation 的专业呈现啊，这当然已经是说人坏话了啊。还有被污名化的个人对于常人社会的良好适应啊，你已经被污名化，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啊？那被污名化个人的特殊状况是社会告诉他他是广大社会成员之一，也就是说你是正常人啊，每个人都是在社会上都是应该被同等对待啊，同时他又是某些程度上的异类啊，这又是不容忽略的事实。这种异类性本身啊，当然也是来自社会，因为只有社会整体才能够将异类性加以概念化，让它更有影响力啊。我们当兵是另外一种啦，台大学生，台大学生去当兵的最大问题是，哎呦，你台大的了不起啊，什么都会有啊，就会找你麻烦这样啊。当然有少数的长官啊，因为是台大，就对你特别优待啊，因为这样你将来就可以帮他写报告啊，干嘛之类的啊，或者你有认识的人啊啊。然后简言之，他被告知他和别人一样，同时又被告知他和别人不一样啊，这种矛盾的笑话就是他的命运啊。你跟别人一样，在有些情况是非常安全的。那你跟别人不一样，有些情况之下是非常讨厌危险的，所以你这两者，那最后还根植还是一个自我跟他人的问题。所以讲到 moral career 也是一个自我跟他人在时间上的一个变化，这样简单讲是这样。那他还讲到这个偏差人，就是不遵守规范的人 deviator， 偏差性是不遵守规范的人的特殊之处。这不是讲他人啦，讲他的行为或他的一个外表。还有团体内的偏差人，社会偏差人。还有种族族群或种族的少数团体，还有下层阶级啊，这些人常会发现自己在面对互动过程中被污名化啊，或者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这几种人啊。好，那接下来这本书是比较少被提到的 Frame Analysis， 1974年书。这本书我从美国念书的时候就知道啊，今年终于把它念完，花了30几年时间啊。当然不是每一年都在念了啊，然后可是这笔记呢还是没做完啊。那这 Frame Analysis 讲什么呢？当初我们老师在介绍，因为我们老师是他的学生啊。你看到他有讲到 Thomas 的 W.I. Thomas 的说法，就叫 Merton 认为叫 Thomas Theorem 汤马斯定理啊。假如人把情境定义为真，这些情境就具有真的效应啊。所以我们社会学家不太管到底有没有鬼啊，有没有外星人啊这种事情。但是因为有人相信有鬼，那就有这个相信有鬼的各种做法跟措施跟信念啊，相信有外星人一样就会有这些东西。所以社会学家比较取巧的地方是我们不去探求真相的问题，我们比较强调是那个影响的问题，真相与否我们不太管啊，不是说完全不管了哈，而是说相对于有这个影响，这个问题比较大。有一本这个西方的历史学家啊，这个研究中国史学写的书叫做《教魂》啊，他就是讲这样的类似的案例啊。
这到底有没有叫魂这件事情不知道，但是民间一直传有叫魂这个事情，就引起了很大的一个猎巫行动。那其实你归根究底来讲，找不到真正的那个凶手啊，是真的有人把小孩子怎么样，然后把他灵魂抓去了吗？根本就找不到案例啊，从文件上面啊。可是这种叫魂的那种恐慌，已经在当时帝制时代的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才从档案文献里面找到这个，可是查了半天查不到东西啊，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这个现实的知觉啊，这应该是 William James， 这是美国的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创始人。他在1869年的一篇文章讲的，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认为事情是真的，而不是我们的幻觉啊。那他引用这些以后呢，还包括这个叫做这里没有吗？Schultz 所讲的。这个多重现实的问题跟有限的意义领域的问题 ，shock 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多多少都有讲到啊，所以你要讲这些再连下来就可以把它一贯啊。还有 Garvinkel， 我们上次也讲了，就规则跟实作的问题 ，practice 的问题。另外一个我们讲的比较少的，这我在念书的时候啊，我们的理论老师啊 ，Zerubbabel 常常提到 Gregory Bateson， 这也是啊 Goffman 的书里面经常提到的一个人啊。他曾经跟那个有名的美国人类学家 Margaret Mead 曾经结过婚啊，他曾经他的有一任的前夫这样啊，然后他写了一些文章讲游戏啊、幻想啊、讲精神病啊、讲严肃不严肃啊，啊特别讲到 frame 的概念啊，像那你现在看到国家地理频道都会有一个黄色的框，有没有？那个就是 frame 啊，那照相啊、这个画、啊、都有一个框啊。那个什么苹果手机啊，最近要精到要到无框的地步啊，但它毕竟还有个手机的边缘，就算你没框也有一个边缘，对吧？那另外一个 John Austin 啊，这是一个英国的语言哲学家啊，还有一个叫做 D.S. Schrader 的行为阶层化，还有 Bonnie Glaser 跟 Amson Strauss 的 Awareness Context 啊，你知道跟你不知道跟社会运动这社会互动的关系啊，好，那他说主要的这个叫做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经验的组织。什么叫经验组织？就是现在是什么状况？我们现在进到一个状况，我们想要了解是什么状况。我们通常会有这个疑问，就是我们进到的状况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譬如今天该上课，对吧？你或者任何一天该上课，你走进一个教室，你说里面应该有人。如果里面有人，那个老师也在正在上课，你就毫无疑惑的就是这就是自己在上课。如果你进去了，哎呦，教室没人。那这是什么状况，对吧 ？What is it that's going on here？ 为什么没有啊？或者进到教室了，哎呦，大家在唱歌，嘿，这是什么状况啊？或进教室，大家这个或进教室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是不是走错楼了啊？我真的有一次迷迷糊糊走到三楼，在我相对的我的办公室在四楼，相对的位置我要开门，我怎么门也敢打不开，因为那不是我的门。但我觉得我出了电梯啦，啊，我在四楼按错了，按成三楼。那天也没有心不在焉，所以就那个，然后开门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你为什么要开我的门？”我说：“我没有开你的门啊，我开我的门。”他一看三楼，尴尬到不行。所以他研究这个，我们怎么要确定现在是个什么状况？这现在就是一个框框，什么状况这样啊？所以呢，他有提到这 strip， 这 strip 这个我改了好几次啊。这个 strip 就 comic strip 的 strip 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漫画。漫画是由靠格子或者靠一条一条四格漫画这样。那 strip 也有动词的意思，这应该就是名词。你看到条是指川流不息的活动中的一个独断的部分或片段，所以就是片段了，生活中的片段啊。这边翻成片段就跟这边的片段差不多意思啊。不管是真实的或者虚构的，从这些主观上牵涉到维持互动的一群人的主观中。这叫 strip， 啊，他就研究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个段啊，会出现什么状况。然后他用了 Bateson 的 frame 概念，假定情境示意是配合经验组织啊，就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经验组织起来而建构的啊。这种组织原则规约的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基于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主观的摄入，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用架构一词指的是我能够认识基本要素。我用的架构分析一词 ，frame analysis 一词，
是用来指经验的组织这个角度来检验这些事件。啊，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观点，后来心理学有人叫基模，叫 scheme， 你用什么样的基模来讲的是类似的事情。就我们看，就如果你再比喻的话，就是如果你眼睛不好，你要戴上眼镜，那个眼镜就是你的 frame， 就看到外在世界。如果你眼睛不好，你要看清楚外在世界，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是比喻了啊。然后它就分成叫初级架构啊，就 scheme， 就我就翻成基模啊，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的第一次的看法啊。譬如说我们刚刚讲，你进到教室了，发现哎呦没有人，那你刚开始就说我是不是走错教室啊，或者我走错了哪一天，今天不是那一天啊。所以你这个 prime framework 是这个。第二个将来就是说哎对啊，是今天呢、啊、那为什么还没人，也不是国定假日啊，就是不是我生日呢，人家搞我呢啊。正在吃鱼的时候，人家就开门说 surprise， 你就知道你被搞，这就是 secondary， 然后 primary secondary， 就是你在那个过程里面啊，他分析这个。当然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分类了哈，五种主要的初级架构，像惊奇的事物啊，要引进自然的力量或者新的引导能力才能解释的事情啊，还有一般人往往都能说出一两件自己无法用理性加以解释的事情啊，这整整都是 astonishing 啊。你碰到一个不知道怎么办呢、啊、这怎么会这样呢啊，这常常会有这那个他举的例子，外星人访视地球或来自外星讯息，你觉得这一定有啊，他说我没办法解释啊，但是一定有啊，你看有照片嘛，对不对啊，这三不五时都说宗教治病的神迹，这也有啊，那是不是诈骗你不知道啊，但都有啊，耶稣在圣经里面也帮人治病啊，啊你教徒的话你还相信这是耶稣诈骗，那你还要混吗啊，你跟那个教徒讲说那都是耶稣的诈骗，那你要跟他聊天还聊得下去吗，对不对啊，在密林中森林中发现怪物啊，尼斯湖水怪啊，对吧，然后那么多年了啊，终于有人很模糊，每次照的都是很模糊的啦，都没有高倍录是什么那个什么摄影机然后照的都没有啊，所以有人还什么，我看有节目把每一寸的地方都照了那个海底摄影什么，也没发现有尼斯湖水怪啊，啊上次还有说尼斯湖水怪还带着他的小孩，尼斯湖水怪都没发现他还带着他的小孩啊，我都佩服到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啊。还有会算数的马呀，就常常会有这种啊，这个会讲话的马会算数啊啊，当然他的算数绝对不可能超过什么一千一万以上，那个他点头什么都搞死你，那顶多到十以内吧，就已经那个马就已经还受得了，我们大家都还受得了啊。还有算命的啦，很准啊，过世的人沟通啊，在英国的降临会啊，还有台湾的看蒙啊啊，在宜兰有个蒙仪非常有名啊啊。我就觉得说什么破不了命案就找蒙仪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就像我觉得台湾还花那么多时间来选举不必的嘛、哦、我们台湾有那么多神明，那个就把那候选人的名单放在神明前面，然后全国的神明然后到庙里面来拜拜嘛，卜龟嘛，对不对，神明来选应该比我们一般老百姓选好吧，神明在选不好你还要相信他吗，对不对，所以我每次都很搞笑的说我们就请神明来选嘛，对不对，还有那个公投干嘛公投呢，这样大家彼此都那么不高兴，对不对，就所有我们认可的神明来表达他的意见嘛，啊你认为该同婚还是不该同婚，把杯嘛，对不对，你可以把二十个杯才算，然后是单数杯或那个这都可以先决定的嘛，对吧，然后那个什么如果不相信把杯的宗教像基督宗教，那你们用什么方式，神明的意思是怎么决定呢，对不对，大家都可以表达出来嘛，对不对，要统一要独立要维持现状也可以神明决定嘛，神明比我们聪明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决定这干嘛呢，然后大家还这样恨得彼此恨得要死，何必呢，我每次讲完这个大家就不理我了啊，觉得我这人可能该吃药了或什么的。另外呢我们在解释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架构叫做有娱乐性质的宇宙兴趣。这宇宙性当然英文也是很尴尬的一个字，展现特技啦，这个有娱乐性质，马戏团最常见啦、啊、比如变戏法啦，哎他怎么做得到啊，以前有时候我也练一练丢三个橘子在空中啊，是不是可以接得到，发现可以耶，那这练一下是可以做得到，三个球啊三个呢啊四个听说也可以，因为那其实规矩那个什么是重复的动作，你看到的是那个球怎么样，那其实只是你的这个手眼协调的问题，高空走绳索的人啊，啊马术表演者啊，啊冲浪高手啊，花式滑雪啊，飞刀手啊，高空跳手、啊、这个等等，还动物学人表演啊，
啊，最多就是动物学院表演啊，什么什么熊啊，骑着脚踏车在这边绕一圈。以前我小时候啊，台北市立动物园那个动物有礼拜天出来娱乐人的，像马戏团一样，就有那种熊骑脚踏车啊，然后骑着小孩脚踏车的。后来大概被动保人士认为这太欺负动物了吧，对不对？然后就没这个新闻就没了。啊，这个活动好像后来也就没了。原来都有这种，你到那个哪里去，新加坡吧，什么也有一些动物会出来表演啊。啊，在动物园里面，有些人就觉得你不应该训练动物表演啊，好像这个对动物是不尊敬的这样。好，那就把我搞砸，就叫 muffin 啊，这个 muffin 跟 muffin 不一样啊，差一个 g 啊。看到这个时候不要肚子太饿啊。他原本以为受控制情况忽然失去控制啊，像身体不听使唤啊，哈，总统譬如说任何重要官员去演讲的时候，然后下台的时候扑通摔跤啊，或者上台演讲的时候扑通摔跤啊，像那个珍妮佛劳伦斯啊奥斯卡的时候他都扑通就摔跤啊，好像踩到他自己裙子干嘛啊，这种就是冒犯。这也是你要怎么确定他的摔跤是故意的还是那个真的啊。啊，是身体这个不是故意的这种哈，然后特技啦，期待可能会出错，出错也能原谅啊，这个特技啊，还有搞砸啊，感觉不需要特别控制却失去控制，啊，那个表演的时候会出错还算，你说老师上课啊，应该不会，如果这个按了半天都不出现那个就很尴尬嘛，不是吗？啊，表演出错啊叫 flop 啊，犯错啊叫 goof 啊，出丑啊就 gaff 啊，这个他经常。在日常生活自我表演也会有的，就搞砸，这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你可以看到的。你替人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这是什么状况？他搞砸了嘛？然后这搞砸是真正的吗？像那个有一些是故意的表演，譬如说电影里面以前在最后片尾的时候啊，希望你不要走，他就会把一些最早是成龙啊，把自己的电影里面这个出糗的状态啊就放出来，然后啊拍电影很辛苦，后来。就叫 bloopers 啊，这个在电影里面大家讲话讲错了什么，电影名增加它的亲和力。但是你想，怪兽电力公司这种用画的，怎么会搞错呢？怪兽电力公司那个后面也有一段他搞砸的那个画面，你想这怎么可能呢？懂吗？这是模仿搞砸，那不是真搞，那不是真搞砸，那没有搞砸，那是模仿搞砸啊。所以呢，后来有些动漫片就开始来搞砸这个，我觉得。动漫是人画的，还会搞砸，别闹啊！所以这也是，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因为这样好笑啊，不知道那是制造出来的好笑，不是像这种搞砸的这种好笑。所以我们有时候怎么讲，还有的是纯属巧合、啊，我们怎么去解释的事情啊？我今天为什么会碰到你啊？纯属巧合啊，或者我搞砸了才碰到你啊？纯属巧合是因为意外无法控制事情啊，人力无法控制或预想的啊，比如偶然啊、巧合、运气啊、意外啊。啊，不过通常在男女追求的时候啊，情感追求的时候，那个很多意外都是设计好的，啊，你查好了他的课表，然后你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出现，所以你就在那边，哎呀，真巧啊，又遇到你了，哎呀，真巧，我们同修一门课啊，那个都是设计的啊，就像什么设计对白，什么这个报纸里面有设计对白，那都是设计的啊，你已经有一个想法了，你再想办法把其他东西灌进去。啊，严阵以待啊，啊，譬如紧张的啊，或者不必当真啊，开玩笑。所以你讲一句话，好像别人受到伤害了这样啊。说，哎，什么小美你变美了耶，好一个广告，那是不是去整美容了？变美他当然很高兴啊，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刚开始这个、听起来像真的话，然后就跟说，哎，你是不是去美容？就开玩笑，然后他不是的，然后他说，哦，怎么样？所以像这种就是你用真的跟假的虚实之间啊，有人很会玩这套。就会让这个生活就比较有趣，这样啊，所以那个综艺节目主持人也会这样啊，虚虚实实之间啊，啊，使用官方的架构或者不用的选择啊，啊，使用官方架构，譬如有一个演讲啊，就照稿念啊，读稿机啊，啊，然后或者不用选择，就我干脆就讲很简单的话，你不要问我这个，或者 no comment 啊，这都是那个，还有呢，这个医疗人员对病人裸体的触碰啊，现在都会告诉你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东西。啊，这会让你知道这个啊，尤其像男的妇产科医师做女性的妇科检查的时候啊，通常要有护士在场，然后他每做一个动作都会告诉你我现在要做什么了，你会感觉到怎么样这样啊，免得有性骚扰的那个，虽然还是有医生了啊，还是骚扰了他的病患这样。那十八世纪不列颠的男医生在接生小孩的时候，还要在孕妇上面盖一块布，啊。就是让他做的事情是很专业的，不要让他看到全人，
看到全人，你有时候就会不就会觉得你是在对一个全人开刀。你看现在开心脏什么，就这边露出一块啊，其他地方不要让你看，希望你专心的就在那个部分，不要看到全体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益的一个让他更专心的地方啊。还有当前妇产科检查的规矩，空手道教练对于纠正学员的动作时，对于学员身体部位的触碰，这现在不当的触碰都会是性骚扰的那个官司啊。所以这是或者你要严阵以待，或者不必当真，就要什么场合。如果你是在开玩笑场合，对方当真了，那你赶快要道歉的啊。那一样，你在很严肃场合你开玩笑，那你要道歉的啊。人家正在很严肃场合，你竟然在那边搞这种啊，所以这里面就接下来就是个调的问题 ，key 啊，还有定调的问题 ，keying 啊。这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啊，就很麻烦。就是你调，你这个现在是，现在你唱的到底是什么调？我们开上课讲的是认认真真讲课，还是开玩笑讲课？你讲这个还是讽刺性的讲话？啊，你这个恭维一个领导人的时候，哎呀，我们有这么英明的总统，你强调英明的时候，到底是真的还是你在讽刺什么东西？啊，这就是那个调，看你要怎么去解释这样。啊，别人当然可能体会到的调跟你是不一样。所以呢，那还调了就完整定义，他列了六五个哈。我觉得他每次要定义的时候就很搞笑，然后都写的我觉得有点冗长这样的啊。那他讲五种常见的定调方式，第一个就是假装啊，比如嬉闹啊，这动物都会啊，啊，两只狗啊，两只猫打架不是真打架，就是玩一玩而已啊，啊，我们人跟人之间玩，真的玩跟真的在玩跟真的打架是不一样的。啊，这样演电影没有真的打起来的啦，真的打起来那真的就会上新闻了嘛。第二就幻想或者白日梦嘛，那都没有不存在的事情嘛。啊，戏剧的剧本也是嘛，都是假装的嘛。啊，这假装，他有特别研究这个戏剧的剧本的对白跟日常生活对白的差别啊。另外还有竞赛啊，啊，这常见定调，这是一个比赛啊，我干嘛跟你客气啊？平常两个人可能是室友，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你各代表自己的队，那就不必客气啊。但是平常在那还是要客气，所以竞赛是竞赛，它是行礼如仪的仪式啊。你就算不喜欢那个人，譬如说今天的校长交接，如果前面那个代理校长不爽的话，那你在仪式中你还是要照着做啊。啊，当然没有风度的人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市长交接吧，啊，就开始糗这个新任市长。就被人家嘘下台嘛，啊，所以大部分人还觉得仪式行为上不要讲这个事情，你私下讲，别的场合讲都可以。那现在是交接典礼，你输了你就把意见交给别人，何必再讲这种话呢？啊，所以这个调就在这里。这既然是一个仪式场合，就把它弄得庄严，那你闹场干什么呢？啊，那台大学生很多人啊，至少都发生在台大，常常喜欢闹场啊，啊，觉得只要是正义就可以闹场啊，啊。那以前李士成校长的时候也是啊，就有人去闹场啊，就别的议题啊，啊，国庆的时候也是有人闹场啊，那就觉得大部分会让人家很不舒服，就是说这是个仪式场合，你要闹场，你可以选别的时候，不要在这个时候，啊，人家是高高兴在庆祝。另外还有一个叫 technical redoing 啊，我这只好翻译是技术上的重做，譬如演练啊，假装啊，演练啊，排练啊，啊，展演示范啊。啊，录音或重播啊，这是讲广播的啊，或表演的，团体心理治疗或角色扮演时段啊，还有实验，这都可以在技术上重做的，啊，你知道这个是在排演，或者说啊，这个我们有录影，那你当然在录影的时候就不要乱讲话，如果你平常会乱讲话的话，那我们在台湾上课平常就不会乱讲话，所以我们的这个也不需要重做啊，因为我们可能只需要罐头笑声这样啊。还有重新找理由啊，有着不同理由的同一活动，比如慈善义卖啊，慈善义卖就不是买卖啊，所以你捐你的钱很多，不是说那个东西的价值在那里，不是，是因为你想捐钱啊，所以有人啊慈善义卖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再拿出来再卖，所以一个东西就好几卖啊。还有充人场的假顾客啊，就这个大陆好像叫托啊，就你新店开幕啦，你最好花钱请人排队啊。然后你才会说，哎呀，这个店你看排队名店呢、啊，你先花第一天花几个那个总比你花广告费便宜啊。然后到了新闻就会报道吧，哎呀，这家排队名店，你以后就不必请人排了，来排的人都真的了。可是第一天你都一定要请人排队的啊，
懂吗？这就是充人场，那你重新找一个理由啊。啊，那你要证明什么？证明这是一家名店。那如果你花篮也没有，也没人排队，谁知道你是开店的？除非你很有信心，啊，什么美国加拿大鹅啊，因为大陆跟加拿大关系最近很紧张，所以加拿大鹅呢，这是一家卖衣服的体育用品店啊，这个就不太敢开张啊，最近开张了，排队啊，排很长啊，那个到底是托还是？真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还真的是民众去买，你就真的不知道了，啊，你没有访问所有人，你就不知道了，啊，所以有的人就这样的啊，你好买，然后排队啊，然后说哇你在排队，这个在卖什么？常常后面的人就说这个是卖什么？哦，很好吃的什么饼哎，然后你就开始排队了。那刚刚讲定调跟再定调啊，定调本身很容易再被定调，啊，所以很多人的行为啊。现在你其实日常中你都会啊，你看到一个行为，表面上看来这是在批评某件事情啊，可是呢，它的实际效果是它挽救了什么事情？譬如说，最近有几个大佬，民进党大佬，对不对？对于这个我们的总统的行为啊，批评呢，希望他不要再选，但是呢，他这个批评以后呢，总统的声量就从很低的地方砰上升到很高的地方。那你说这些大佬到底是紧急救援投手呢？这是有意的呢，故意这样写然后才会上来呢，还是他们意想不到原来我这样写是违反大家对于总统那个，这谁知道啊，这加历史才会证明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一个高手啊，故意这样讲，好像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弃车保帅，就没想到这个啊，反正那四个老头嘛，对不对，谁理你啊，啊那四个老头还以为自己很重要啊，怎么样的啊，这招很高明啊。啊，如果就这道理，你要怎么去定调这件事情？啊，从一篇文章出来，你可以说啊，这四个大佬对于这个总统的施政不满或选举结果不满，这是一个调嘛。然后再定调，就说哦，他竟然挽救了他的声量，这不就是 rekeying 吗？这都永远不断的可以再讲上去嘛。啊，只是简单的说，因为我没有完全弄完哈、啊。然后还有设计跟虚构啊，啊，这有的那个框架是可以被设计的啊。啊所以他说这个一个人或许多人被有意的啊努力以便让某个人或更多人被误导啊对于所发生的活动有着错误的信念，就所发生的比如说总统的声量的问题啊，任何一个活动的那个像网军啊或酸民啊，看你怎么或乡民啊，看你怎么说啊，有一件事情出来你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看这种新闻，或不知道这种事情到底是属于什么，因为有人是策划这种，这边是讲骗局啦啊，它有不同的英文名称，那有的就策划这种活动，让你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啊，这个社会新闻一天到晚在发生，尤其现在啊，新闻自由以后，你都不知道这些新闻假新闻的用意是什么。另外还有虚构的跟被虚构的 ，what is being fabricated， 啊，这里说对设计骗局来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被虚构的，这场骗局就是我设计的。啊，或者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总统的那四个老头，我就请他，发给他们，他们当然很生气啊，他们就写了以后，我就在那个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啊，像《三国演义》里面也是一样，一切都在这个诸葛亮掌握之中啊，对不对？草船借箭，对不对？他知道我派军去，然后那天起大雾，你一定以为我派军进攻了，你就把箭射来，然后我都是草人啊，就全部把你箭收了，所以我就可以回去跟孙权交差说，你看我借到多少箭。然后最后还说谢谢丞相，然后就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据说没有发生啊，但这个故事实在太有名了啊，所以这个对于诸葛亮来说，还有对于这个这边的人，不是曹营的人来说，他当然觉得这可能是进攻啊，可是对诸葛亮来说那就是借箭啊，草船借箭啊，所以对诸葛亮来讲发生的一切都是被虚构的，其实他没虚构，我就是一艘船，就派了一堆船，还有一堆草人，然后在那个有雾的时候。啊，那被骗子来说，发生一切就是被虚构的一切，他看到就是你虚构的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如果他知道那是草船借箭，他还会借他吗？而且呢，其实曹军应该射的是火箭，就是那箭上有火的，那你草人你就烧起来了，不是吗？其实他只要知道在雾里面，我就是不然不管怎么样，你的船会烧起来，船是木头做的，所以他不应该射箭，他应该射火箭，然后这个就不管怎么样，我都可以破你的局，
对吧？你好歹你船就烧起来了嘛，你到时候回不了那个嘛，啊，当然，就是比诸葛亮还要那个的啊。所以你要说被虚构的一切，对啊，人家骗你的时候，你就把骗当真嘛，啊，你就把骗当真，你就很高兴嘛，你活在那个骗里面嘛。等到哪一天啊，证明的是假的，这就经常出现嘛。那边一些女子啊，什么有外国男子要跟她谈恋爱嘛，叫她说，哎，我有什么东西，然后你是不是寄30万给我，寄50万给我，寄多少，就一直到被警方拦下来为止啊，啊。所以以前就我去演讲，我说啊，为什么那么容易被骗？我说其实你想，他买的是一个幻想啊，50万、70万、80万，第一个他被骗绝对不会倾家荡产。我说这是那些人绝对有70万、80万以上的钱，所以他不会倾家荡产啊。他被骗当然是错误的，这个是我道德上没有问题。我但他不会倾家荡产，不倾家荡产之余，他有一个美梦。这以前有一个日本连续剧叫做《爱情诈欺师》，啊，最后所有被骗的女子都不愿意告这个男的，所以那个就很不爽，说他骗你的钱呢。他说：“可是我真正的感受到那个感觉，那个爱情的感觉。就算他骗了，他要把我骗得舒舒服服的。简单讲是这样。”那么很难说啊，那可他不是真的爱你啊，他没关系，但我感受到了。所以如果这个是真的哈，这个连续剧这个说法是真的，你就知道情感公司将来开一定是赚钱的。因为第一个你是讲你是公司嘛，你没说你真的喜欢他嘛，你要什么样的情感我们都可以给你嘛，你只要花钱嘛。譬如说你要的是男女的情感，当然这个里面当然要合法了哈，不能有性行为。譬如说那你要是那种老朋友可以啊，你要孙女啊，如果一个老头独的独老头，我要一个老伴，我们请一个老伴来，到花多少钱，对不对？你要几天的，然后大概要做什么，吃一顿饭什么，我要几个什么什么。最近不是台北有一个老头要认18个干女儿吗？他说就算假装的也没关系啊，你看雅虎奇闻新闻。那他自己有孙子啊，有儿子啊，他不愿意那跟亲人关系不好啊，他要这样。那台湾是没有。我讲的情感公司，日本曾经登出新闻说有，但我想应该也不普遍。如果有这种公司，这老头不必去请18，不必去认18个干女儿啊，他就可以花钱到那公司去请人了。18干女儿还没人保障他会不会骗你的钱。那如果是公司，他至少有服务给你啊，对吧？啊，可能还有7天鉴赏期啊之类啊。好，所以这个大家讲，然后还有良性的虚构哈，良性虚构包括闹着玩的欺骗啊，英文叫 practical joke， 常常在一个人的生日的时候会闹他，台湾也有人是这样啊，然后包括愚弄啦，包括恶作剧啊 practical joke 啊，包括意料之外的聚会啊，包括矫正的欺骗啊，这个我骗你是因为提醒你不要被人家骗啊，有人是这样说的，另外还有实验的欺骗啊，训练中的欺骗啊。啊，测试当事人的忠诚、操心或生命的测试啊，在那个 CIA 有时候会这样的啊，父辈的关爱啊，啊，这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良性的虚构，他不是真的爱你，爸就是为你好，妈就是为你好，你不知道吗？啊，不然这个啊，对的，叫 paternal 啊，应该是 parental 啊比较好，就是父双亲了、啊，然后 paternal 好像只有父亲而已啊，我觉得这有点窄一点。啊，纯粹策略性考量的虚构啊，啊，你让他觉得好一点啊。所以像那个服务业都说顾客永远是对的啊，那只是让顾客会继续来消费啊。如果他是奥客，你也就吞下去啊。对总经理来讲，或对那个店长来讲，但对那个店员来讲，当然你不爽啊，对不对？另外就是剥削型的，那是比较善良的剥削型的，大自然本身的虚构啊，啊，那假的东西，然后诱惑你那个。啊，伪装啊，哈、啊、模凝态或模仿啊，威胁，这自然本身有的，牵涉到对方的关系、人际关系，还有虚构的组织有几个部分：虚构者、被骗跟傻子，跟第三方啊。那只有分直接型那个，它就很多的新闻来说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高富曼部分的讲义啊。所以在可以让你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去了解我们周遭的情况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有可以做学术分析的地方啊，不是那个。好，接下来的这个要讲的是法国已逝的，在2002年就过世了啊。皮耶·布吕，因为他的书一直在出啊，所以好像觉得他没过世啊。
这个有不同的翻译，有人就翻成布迪厄啊，那个布和的赫就没有，有人翻布尔迪厄啊，也有翻成波有念成在台湾有些人用英文发音念 Berdue 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音法啊。Berdue 就不知道翻成什么 Ber 波丢吗还是什么啊，波丢或波妞这样哈、啊，那就变宫崎骏了啊。那对于他的东西哈，我的那个讲义里面生平啊整理了，是新的整理啊，包括他最那个翻译的有什么样的书啊，大概能找到的资料我大概都做了啊，花了大概半个工作天啊，那现在有电脑真的很方便啊，还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书，所以可以查证。但很多人对资料的详细度没有我这么强烈啊，比如说音译者是谁，我一直想知道。但有些人就只会写啊，音译本出现在什么时候，就没有写音译者。然后我有时候上网找不到音译者的资料啊，比如说 Amazon 有时候不太在乎音译者是谁啊，图书馆有时候也不在乎音译者是谁，所以就都没有音译者的资讯啊。那有的当然是他自己找人翻译的，就没有音译者这样的啊。那波丢的一般观念，第一个最常见的叫习癖啊，习癖原来有个希腊文叫 hexis， 那后来他用的是一个拉丁文的呢叫 habitus， 因为 h 通常不发音啊，所以不是 habitus 啊，所以应该念成 habitus 啊。然后他说一种学习而得来的生成的架构 generative scheme， 这个你跟一般老外他也不会了解的，这种学术上的很的一个界定哈，它可以客观地适应它所构成的特殊状况。我保证你看完这个，你不知道它讲什么了啊。简单来讲，这是学习而来的一种习惯，因为这个跟习惯 habit 这个字有它的字根的相同性，所以基本上是一个习惯。习惯当然就是长期学习而来累积而成的习惯呢，像自然一样啊。那至于说什么客观的适应什么什么的，其实你就把它想成习惯就差不多了，啊，然后或者说，如果你有一点社会学观念，就把它想成社会化。你从一个婴儿学习到社会的一些规矩，变成是社会中一个健全的成员，你就必须学到的这些东西，这一切的知识啊、行为啊、什么规范啊，都是你的 habitus。啊，我的一个推测啦，是因为他原来不是学社会学，不特别不是学美式的社会学，所以他并没有我们一般学美式社会学的人的基本观念。那你学美式社会学，在他的那个1960年代的话，那社会化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socialization， 啊，我觉得他没有，所以他有发现有类似的东西。就他给他一个命名叫 Habitus， 然后这 Habitus 原来据他说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书里面来的，啊，他原来是学哲学的，所以他的训练的基础跟我们一般学社会学的人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也可能影响到他后来的语言的表达等等。另外呢，我昨天看了他的最后写的一本小书，叫《自我分析纲要》，这个有中国大陆的译本。他就说到他对于美式的社会学的一些不满啊，当时法国人也跟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对美国社会学是非常心仪的，在法国学术界，美式社会学是立场那个占据地位是在60年代以后。他说那时候法国最有名美国最有名的社会学有三巨头，一个是 Parsons， 啊，法国人跟法国的关系不强。第二个呢是这个Lazarsfeld 就是 Cyril Mills， Parsons 跟 Cyril Mills 就跟那个 Lazarsfeld Paul Lazarsfeld 两个人，就是 Cyril Mills 在社会学想象里面大肆批评的两个人。他批评 Parsons 是叫做 Grand Theory 啊，堂而皇之大而无当的理论啊。那他批评 Lazarsfeld， 这是 Cyril Mills，就说它是叫做抽象的经验论啊 ，abstract empiricism， 这当然都是很不公平的一些说。但是 Lazarsfeld 那个Bourdieu 的那个自我分析纲要里面说，他说 Lazarsfeld 要60年代到法国去，法国巴黎的社会学家几乎万人空巷的去听他的演讲，只有他没去，啊，他就有一个姿态，因为他那时候做了一个也类似。调查的一个东西叫艺术之爱的一本书，
然后他说后来他没去，但 Lazarsfield 呢就把他找到，把他跟另外一个人就找到了旅馆去，跟他说你们做的不错，我们美国人都做不出那么好。那这段话当然已经死无对证了哈。到底他听错了呢，还是这是客气话呢，还是怎么样？如果根据我们刚刚那个Goffman 所说，我们要怎么样用哪一个框架来看这个问题？这是礼貌框架呢，还是这是客套框架，还是这是真实框架啊？这个我们现在真的很难知道啊。所以他说，当时他后来我也从留学法国的这个学生里面知道啊，他就觉得 Lazarsfield 这个美式的社会调查的传统啊，在法国的继承人或者说法国的分公司，就是跟他死对头的一个叫 Raymond Boudon。啊，不动在哥大啊，算是一个很有名的，因为 Lazarsfield 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我去的时候他早已经过世了啊，那个传统也看不太出来了啊，我们的计量方面非常的差，在我念书的时候啊，但是呢，不动有曾经有到过哥大去做过演讲啊，黑蒙不动，那时候在我知道 Boudieu 之前，我是知道不动的啊，不动的书也有一些英文翻译，但中文翻译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中国大陆不动的书非常多啊，不动的书非常少，所以我们透过中文的翻译要去了解法国的学术界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井蛙观天，所以透过他这个自我分析纲要这本书可以看出来，从他的立场啊，从他立场来看的当初的法国的学术界的状况，我个人觉得收获很大是这个啊，而且那本书在一个下午可以看完啊，不复杂啊，完全不复杂啊，虽然他很特别的有他表达的方式啊，所以这样的 arbitrus 这个事情，还有他对美国的这个学术界的这种不满啊，他觉得这是学术帝国主义啊，可是帝国主义是人家强加给你的，你这是你自愿接受的啊，就像台湾一样啊，很多人到美国留学，然后就把老师的东西就带回来，那这个不也就是，然后美国老师在台湾，尤其是某些人的老师在台湾就变成是大红人呢、啊？不是吗？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你们学生，如果是呢，就是他你们的师祖啊，对不对？或者师爷辈的人呢、啊，对不对？师祖、师公啊，呵呵啊，不是塞公啊，啊，老师的老师、太老师啊，对不对？那你们就是继承那个的人啊。所以台湾有时候就是要进口了什么，就忘掉别人也有很重要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不表示这件不重要，这件很重要，但是别人也同等的需要被介绍。我觉得台湾常常就是把一个人变成神以后崇拜，然后其他的坏话都不能说，啊，在国外这种情况是不存在。那 RPG 是有什么特色呢？这是我以前根据书上看到整理的啊，说只存在行动者个人的脑海之中，其实也应该在身体里啊，然后透过行动的实践就是你去做什么事情啊，就行为了啊，因为他不用行为这个字啊，觉得这个东西太美国式了。我觉得他很多东西都可以翻译成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啊。譬如 arbitrus 你可以把它想成啊，它有的时候是翻译成 disposition， 叫秉性啊。它这个人以及它跟人或外在环境互动而存在，这就是一个 social action 了。所谓的实践就是它的社会行动啊，就是在不管是 Parson 或其他人讲的社会行动啊，啊，他说话的方式啊，移动的方式，做事的方式是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行动的外显。对啊，大部分的行动只看外显不看内部，那这个是有的啊。然后所谓的实践的分类是根植在个人身体之中的，那比较少人注意到身体，这也是他比较特别的地方。当然现在有身体社会学，这个就不稀奇了啊，不过都在他差不多之后的事情啊，不假思索的习惯习以为常，这个所谓传统的社会行为啊，在韦伯讲过啊，触发个人做事是产生行动的基础，还要持久的。那另外一个观念跟那个可能跟 arbitrus 差不多的啊，就是 disposition 这个字呢，在法文也是同样的字，发音不太一样啊，应该可能是 disposition 啊，然后英文是 disposition， 因为字形是一模一样，所以那个差别的意义有时候就我们作为外国人就很难了解啊。用这个字，它第一个是组织行动的结果，近似结构一词的意义，可是我后来等一下会引到另外，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存在的状态或习惯的状态，那这跟前面有什么差别啊？还有趋势跟倾向，就英文有这样的意思啊。你倾向什么趋啊？好，这是 disposition 啊。那实践的特性是什么呢？是定位于时间跟空间之间啊。那这个也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一般人只是把时间空间
当成是常数，就不来讨论它啊。那如果你要当成变相，那当然来讨论了啊。不是由意识组织协调而成的啊，强调实践意义啊 ，practical sense。后来他的书有一本书就叫《Sense of Practice》或《Practical Sense》，就大陆翻成实践感、感应、感觉、感应的感啊，或者叫实践的逻辑。他后来有一本书叫《Logic of Practice》，也是实践逻辑。所以实践感、实践逻辑有书啊，我没细看，所以不知道到底就你做事情是根据什么来做的，你根据的理由什么。啊，或者说理性的社会行动，或者是目的工具目的理性或者价值理性，这应该也都差不多啊。我觉得如果你知道别的话啊，然后具有流动性跟不确定性，这实践啊，所以后来在那个系统理论里面啊 ，Nicholas Luhmann 其实在 Parsons 里面就讲到，这叫 double contingency。两个人互动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不知道，所以我的不知道加上你的不知道就双重的不知道，就偶联性，就这个意思，就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前面那个有讲到这个，等一下会讲到不可能性跟可能性啊，这个波丢在他的这个艺术的法则这本书里面。另外一个观念就叫场域啦啊，因为他这个是有一个物理学的比喻，就是立场的问题，这个 force field 啊。这个在一个 field 里面，就是他研究的对象，一个 field 里面都有不同的 particles， 不同的粒子，这粒子跟粒子也有不同的力的作用，然后这个场里面呢又会给它排斥力或吸引力的作用，所以会造成这粒子间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普及的东西，用的这个自然物理学的这种立场的概念，又用了经济学的资本的概念，这两个合起来大家就可以解释很多东西了啊。那很多人就是望文生义，自己解释了。那因为波丢的解释有时候帮助不大。如果你要写论文说啊，场域就什么意思？你看看你能不能解释得清楚？说场域是客观上可以加以界定的位置之间的一种网络，好吗？就是一个地方嘛，一个你研究对象的一种网络关系嘛，或者全貌嘛啊，或者叫客观关系嘛，反正就是一个 network 嘛。简单讲嘛啊，有 particles， 然后 particle 在一个限定的区域里面。刚刚在这个Goffman 里面，他讲到区域行为嘛，区域跟区域行为，这不就叫你研究总有一个范围嘛？那这个范围的东西，它就叫做 field 嘛，啊，我们研究人叫做 community 嘛，我研究这是社群的问题嘛，它就是 field 嘛，我研究的那个东西的所的界限之内嘛。好，这里呢，他们存在现状或潜在情况，权力或者资本分配的结构，以及他们是其他位置中间的客观关系。可以对占有该位置的人、行动者或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外部元素、外部因素嘛？啊，如果我们用比较容易的话来讲，可你光看这个，真的是要你花很多时间去吸收啊。如果你不用比较容易的，那什么特性呢？第一个，它是社会位置构成的系统，所以是一个靠着元素组成的嘛。所以你现在画一个 network 的图啊，这边有几个因素，那几个有关，那个有几个因素有关，就很清楚。然后社会之间有权力竞争关系嘛，这也不稀奇了。现在啊，这有权力关系。然后身处在场域中的行动者相信发生问题跟资本的合法性跟价值，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具备有什么样的条件嘛？啊，行动者啊，就是你有什么，或者说你有什么牌可以打嘛？这有点像现在玩电动嘛，或者我看的那个。阿尔罕布拉宫的这个戏里面，就是他到时候你赚的，你有什么值嘛？你的那个什么好的条件是什么嘛？你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够去在这场域里面去跟人去斗争或者去竞争嘛？啊，所以你有什么资本嘛？比如说社会资本啊、文化资本啊、经济资本啊，还有一个叫象征资本，这个象征资本或符象资本 symbolic capital 是一个最含混的字眼，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用，因为跟文化资本差别在哪里？那象征资本这常常搞不太清楚，或很难讲得很清楚，啊，那他也曾经研究就讲过语言资本，后来也就不太用啊，所以有些事情是经后来有人就根据你既然都是用资本，那我什么都加上我的身体资本啦、啊，啊，我的心灵资本啦、啊，然后就那就用到。用到没法说的地步啊！好，场域的数目随着社会的复杂程度而增加，这也没什么，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啊。场域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这也不是新鲜事，坦白说，而且是多变的，必须从实际的研究中可以讲。这里应该都是很多二手研究中简单的说法啊，因为我的讲义做了很久。好，那他几种常见的资本在他的一篇文章里面，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福相资本，福相资本讲声望跟社会荣誉啊。
然后这个文化资本是通常是教育啦，啊，或者你所谓的证书啦，或者其他的奖项，那这个跟声望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所以这两个很常被人家混合为一。那社会资本其实就是中文的人脉啦，啊，或者你的老爸老妈啦是谁啦，啊，你老爸老妈跟你的家族的关系呢，这都是。看你用什么名词去那个哈，那一般中文就讲这个社会资本就是所谓的关系嘛，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嘛。可是现在中文呢又常常要说表达这是一个中华文化里面很特殊的因素，所以就把关系变成是一个外来语，然后英文就拼成 GUANXI， 就叫关系。所以常常就说啊，这就是关系啊，老外要这样讲就被人讲，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关系。那就是社会资本啊，所以大家现在都不想用，好像说这跟社会资本不一样，最常见的就是这种，然后怎么不一样？不一样，然后就没有了，啊，就有些人为了标明自己跟人家不一样，常常不讲理由，只是说，你看我们中国人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是人类都差不多啦，哪有什么社会不靠那个川普的小孩不靠川普吗？别闹了，啊，其他的美国人也一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程度的差别，有的时候是我们知识上面到底我们的知识有没有那么够。我觉得这个靠关系这一点哈，能运用到哪里？还有当然有所谓的社会结构的限制了啊，但是大部分靠关系这点是几乎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那这个在生产艺术提到 linguistic capital， 但是后来没有多谈。好。那另外一个常见的叫浮向暴力的问题，听起来就非常的冲突论啊。当然你看一下他的那个自我分析纲要书里面，就是这个人好像一直觉得别人在迫害他这样啊，然后他也一直在反抗体制，从他小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的历程真的跟我就很不一样啊。我看到和谐面比较多，因为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太大，我也不愿意跟人家去争什么东西，人家真的跟我争我都没看到啊，我比较白目一点。从另外，那他大概就是在那个场域里面，还经常说我这个就是被别人批评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批评他的东西啊。我想他大概写的东西很多，所以他会有这个 symbolic violence 的说法，他不是靠 physical， 因为我们常见的就 physical violence， 打你一拳，这不是打你啊，这就是在浮向或者意义系统对团体或阶级强加的力量。就是运用一些人啊，在文章上骂你的研究啊，或把你贬得一文不值啊，或者误解你的话呀，啊，然后或者来一个口号啊，哈，支持谁就等于是支持谁谁谁什么之类的，政治上对不对？然后把你污蔑掉啊，哈，啊，透过这种力量，这种浮向意义被认为具有合法性，同时也遮掩一种权力关系。这里面展现最多就浮向暴力，就是在网络上骂人呢、啊。他真的打你吗？没有啊。然后散播不当的消息啊，然后污蔑你啊，然后就说孙老师其实也不会这样啊，什么之类的啊，他课都没人来上课啊，什么之类的啊，那这个呢，有系统论述要看这本书啊，这本书有大陆翻译，但基本上你看不懂的，啊，叫再生产啊，讲教育的。好，那我们要讲的是，其实是他谈情感教育这本书，这是弗洛拜的一本书，叫 Sentimental Education。因为我觉得用实际的东西来看啊，总比他抽象的讲我们要容易一点。那这是他有具体的这个小说，那这里面他有自己的一个记载，说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故事。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第二次没看完啊，第一次看的时候呢就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在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回头去看那本书啊，找到中译本，我现在有大概三个中译本啊，看完一个中译本，情感教育还包括我就的这个我的英文本还有法文本在家里啊，我法文本只是拿来看对照，这是台湾比较新出的一个译本，叫艺术的法则，很厚啊，我第一次看到是一个学生在看，这是大陆出版的第一版，这是大陆出版的最新的版啊，是同一个人翻译的，只是他的那个印刷不一样，所以你看这第一版跟第二版啊，然后这是台湾的版啊，字当然有点不一样，不是说厚了就怎么样，薄了就怎么样，没有这个特别这个意思啊。英文也只有一个翻译版啊，那中文现在至少简繁体各一个，所以他先把这个，他没有假定你会看情感教育，他把情感教育的大故事大纲讲给你听，那我们就不说了哈，你稍微看一下四个，然后有什么主要的概念，这点我觉得很重要，是他自己讲的啊。刚刚前面很多是二手书整理出来的啊，在我以前刚开始要弄的时候。
但我的讲义一直没有很完整啊，有关布丢的部分。他说福楼拜就确立了权力场域的两极，这告诉你这是有个场域的概念啊。我们从这个知识片语来看啊，是权力的场域，在那场域里面呢，粒子跟粒子之间，你看还有许多社会力啊，如引力跟斥力，就 attraction 跟这个 repulsion 啊，就是在权力场域这个牛顿式的啊，你要想象一个撞球台也可以啊，因为那是大家最容易最形象化的那个。一下环境当中作用的啊，当然学过自然科学，这样可能就不一样。这些社会力呢，展出种种的心理动机，譬如爱情跟志向，啊，这志向应该是 aspiration 啊，作为其他形式才能化为可察觉的现象表示出来。于是福楼拜也就为某种社会学实验建立了必须的条件啊。这五个年轻人啊，其中包括主角腓德烈啊，因为他们共同处在大学生的位置而暂时寄居在一起。从他们当大学生开始以后的故事，但随后啊，你看这个比喻在这里，就像是一个立场里的一个粒子一样，一些粒子一样啊，所以这些人就是粒子，然后再一个他们的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立场，这是个比喻的说法啊，被抛进到这个空间，所以这个空间跟这个立场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人活动的那个环境，他很喜欢用空间这个字眼啊，时间用的很少。所以这个德文叫不是法文叫 espace 啊，而决定他们移动的路径的是各种的力啊，然后还有这种场啊，或者叫场域，这种力跟场以及他们自身的惯性所形成的关系，就造成了这种惯性。然后你看，一方面是他们从出生到生涯轨迹得来种种的秉性，刚刚出现的，这里面没有出现 arbitus 这个字啊，这里面出现了力。出现了场，啊，出现了社会力，啊，出现了秉性这个字，那就是其实跟 arbitus 应该是同义字或者极度相似的。然后在这个观念里面，然后因为这就意味着某种延续旧有生存方式的倾向，也就是这种可能走上的途径啊，某种旧有可能走上途径。另外一面就是他们继承的资本，资本这个字在这里出现了啊。这有可助于界定场域所分派给他们种种的可能性跟不可能性，有资本才能做某些事情，才能你的那个愿望、爱情或志向才可能达成。那如果没有，基本上就不会达成。啊，简单说是这样。好，那另外一个地方他有讲到这个相对感，他在权力场域里面呢，有许多可能的力量，啊，然后这些所有对所有。在对所有进得了场域的物体发挥作用啊，所以这个权力场域呢，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场域。所以难道粒子之间不会和平相处吗？我觉得和平相处也是一个可能啊，斗争也是一个可能，不是吗？应该两面嘛，对不对？啊，那他就通常都他只强调一面啊，我觉得这是他有时候不太完整的地方啊。或许因此可以比拟成一场游戏 ，je 啊，这是 game 啊。在此呢，种种秉性，这里也不是 arbitus 啊，也就是种种内化特质的总和。所以秉性就是内化特质的总和。你看啊，包括优雅、自在，甚至美貌等等。美貌是身体啊，怎么是秉性呢？啊，我就觉得他这个举例，你举优雅、自在，我都还可以理解。一到美貌啊，美貌怎么会是秉性呢？好。我们讲的秉性应该是某种人的性格啊，或者什么，而不是一个身体上的东西啊。啊，虽然它可能化成你身体的，以及以各种形式展现的经济、文化、社会资本，其实这应该翻成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资本，这样让你知道这三种资本在这里出现。所以每个人都有，不然的话，你可能说呈现的经济、文化跟社会资本，你会把它看成是这样的，不是的，这里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资本。啊，共同组成了可以主控游戏的个人强项。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观念叫游戏规则，这个大概来自维根斯坦，也来自他后来说的另外一个人叫 Sicorel 啊。这个我们老师，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有谈到 Sicorel 那本书很重要。但是从离开美国以后，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老师或者文章里面讲到 Aaron Sicorel 的任何东西啊。我当然后来也没有再细读了啊，所以也没有继续讲。啊，以及游戏要追求成就等等，简而言之，就是福楼拜称之为情感教育这整套社会衰老的进程。啊，
那个后来有地方它翻成社会老龄化啊，我一直觉得社会老龄化跟我们现在观念是不一样，应该指社会兴衰的衰败的过程啊。那大概原来的德文这个字大概可以，法文那个字可以跟，可是我们如果高龄化，那就跟那个里面的人的年龄有关，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衰败的情况有关。所以这是这个里面谈到场域，谈到资本，谈到那个，所以有一个你大概看伯丢书都会有的一个，就什么利益加上场域等于习等于实践，还是利益括号跟资本，然后加上习性等于实作 practice。我说这怎么用加呢？意思应该说实作包含了什么？这好像用加的这观念。啊，那有的化成是绝对值，有的化成是两个中括号或者那大括号，我就不知道这可能是他自己写，我觉得那样的表述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大部分对数学的观念啊，就好像说橘子加苹果，小时候老师告诉你这不能加的，因为单位不一样啊。可是你说那不是一个橘子加一个苹果就两种水果吗？我们日常生活可以这样讲话，但数学不能这样子啊，对不对？一加一等于二是没错的，一个苹果加一个橘子等于两种水果，你就单位是不一样，对吧？啊，所以这个啊，这个他有提到这些，但这些都没有特别界定啊，啊，或者说他应该说被别人，他常被批评，就是说你的主要概念其实也都没怎么界定，就是用好像希望大家用直觉式的或者一般能够接受的方式。好，所以在这里每一个行动者啊，每一个行动者呢是在一个场域里面，这个场域呢不管你叫做区域行为或者你叫做什么啊。都是，然后这个你富有的一些特质就是经济、文化、社会资本，这是你大概在进入这个场域里面你就有的东西，啊，这个有的是家族给你的，或你继承的，啊，或者你习得的啊，你 ascribe 的，或者这个你是 achieved 啊。好，那另外一个做法哈，就这个东西你都可以找到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关系，在一个场里面粒子之间啊，有吸力，有这个排斥力，然后每个粒子呢有这个几个资本啊，然后这个资本之外呢，它又有这个习癖，就这样，这大概几个观念大概是这样。那可以用这个它的图来表示吗？这是英文的图啊，左边，右边是繁体字版的哈。如果太不明了的话，那可能需要你们再回去看一下。那几个就告诉你场域啊。如果我们我尝试的一个解读的方法，除了刚刚那种去找到它的这个重要的概念的说明，可它说明了只告诉你哪些因素很重要，并没有告诉你这些因素是怎么产生的，跟在什么情况下产生。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从图表来看啊。我研究 Parsons 的最后的想法也是从它图表来看。然后从他图表以外呢，就是从他的参考书目啊，这次我没有时间做，就他到底这个概念是不是在某些文章他自己在某些文章说的比较清楚，通常参考书目会列出来啊。这本因为我没有时间做，所以我没有查这个。那这里我想，那我们从他的书的图表来看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啊。举例来讲哈，他这个分析情感教育的时候，你看这边，你只要大概知道框框，这框框就是他所谓的场域啊。这边有一个框框，啊，这个框框呢是谁的场域？这边有一个名字，这个框框是谁的场域？你只要到时候再去看清楚一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黑一点的框框啊，这是另外一个场域。然后这个场域呢，这边是艺术跟政治，比较偏这里的，这外面这大框框。啊，比较偏艺术，这样画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哈，因为我们也有层次的问题。那它这个只是 2D 的显示哈，这边是 art and politics， 这边 policy and business， 啊，那为什么 politics 在哪里 ？politics 在中间吗？啊，如果我们一般来画，说好，这边是个艺术 art， 这边是 business， 然后这边是 politics， 三个图嘛，三个圈嘛，就表示三个场域嘛。他没有，他画在这个图里面，然后这边就是这样，然后这个阿尔努是那个男主角啊，男主角在中间，他就深跨在三个场域中，这边一个场域，这边一个场域，这边场域就比较靠政治跟，然后牵涉到场域的人是谁，他这样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虚线的吗？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场域，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这里是干嘛的啊？这里有一个场域这样。
啊，所以大概应该有四个吧。然后这个更大的东西叫什么？如果那是场域，那就更大的东西叫什么？啊，然后这里面的人，这里面就是那个人名，因为呢，他根据当时书里面讲的宴会的名单啊，这个人办的宴会啊是比较倾向于艺术跟政治的，这个人是政治跟那个的。我们把这名单这样摆，这他图是这样画的，所以这个场域很清楚，可以这样啊。虽然这里问题在这政治跟政治，为什么艺术为什么不是艺术、商业跟政治，而是要这样的政治跟商业跟为什么需要这样啊？这个你可以注意一下，也许我有些地方没看出来啊。所以这是场域啊，它还是用方框框来表述。啊，这是一般的习惯，你画圆的也可以，画六角形其实都可以，啊，我们有的会画这样三个圈，然后这个圈里面啊有交集的话是谁在交集，这个也是一样有交集嘛，啊 ，Virgil Arnold，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谁啊，这个是交集的地方，这是第一张图，你就看出场域是什么意思，啊，在他来讲，啊，好，第二张图是情感交流中的巴黎的关系啊。这是塞纳河，如果去过巴黎就比较容易，没有去过巴黎，这个有时候考虑。然后他的行，这些人发生的场所在哪里？大概就这一块。可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因为如果我们知道这些，譬如说这是什么商业区，这住宅区，这什么区，可能就比较有意义，对不对？那如果作为一个不是巴黎人，而且这是那个时代的巴黎啊，那书里面描述巴黎，这是一样的图啊，一样的图，只是要加上中文的注解，然后这个这样子。这个这种图现在有一种说法叫 GIS， 是不是啊？我看好像东吴大学那个哪一位老师叫什么名字意思嘛，哎，石基成老师的那个有些研究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当时在哪里在哪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呢？在哪里又怎么样呢？这代表什么呢？啊，这个戏院在这里，所以他们到了这个戏院，然后呢你要算他的运动量吗？每天走几步吗？啊，这我可以想象是这样，他每天走多少公里？那这个如果有这个健康上的考量，如果没有，就说他在这里活动，然后这样代表什么意思呢？好，如果将来譬如说了，有人要写我的传记，说孙老师每天的活动就是家里属学校图书馆，然后画这样的图，这是什么意思呢？要显示什么？我的问题在这要显示什么？啊，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地理上的文化意义，就是说啊，这边是因为这边有书店什么，他每天这样走啊，这个可以理解。如果没有，只是说他们出现在这里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所以我觉得要解答的，我不是说这是一个质疑性的问题哈，就是说你要念书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啊，它到底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意义？如果缺乏这个文化背景的了解，我们常常不知道这张图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画一张图，常常会让人家觉得这图应该是有意义的，啊，这个意义是什么？啊，那你可以知道它的活动范围啊，这个是场域吗？好像不是，这一定也不是 arbitus， 这也不是什么个几种资本。好，我们刚刚讲过啊，这也不是什么浮象暴力啊，放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在我的在这个他的理论体系里面。为什么要放一张地图？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去想象。我说过，这个我是非常不完整的那个哈，不完整的研究。好，那这个什么文学场域的细部啊，谁跟谁什么关系？这已经不是故事里面的，这是以 flow by 以作者为主的啊。那这场域画在这个四个角落，这边有一个角落，这边有一个角落啊。然后这个角落代表的是 left， 然后这个 right。这个好像是他们在法国的左派右派分得比较清楚，我们在台湾大概只能画蓝绿啊，或者中间不是蓝绿，这个大概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然后谁比较偏向这边，谁比较偏向那边，然后这箭头又是什么意思啊？这张好像清楚一点，什么心理小说啦作品什么的啊，那这个是看起来也像是一个，他说文学场域嘛，那这是一个场域，那这里面有人跟人之间，他刚刚有讲到引力跟排斥力嘛，啊，那这个是不是看起来的箭头没有虚箭头，所以都是引力吗？还是都是排斥力呢？啊，这个有的是单向的，这个有个双向的，啊，这箭头双向，这个只有单向的，啊，因为有时候这种箭头呢，或这种关系所表达的是非常粗略的。
啊，譬如说你就说啊，他跟他是朋友，那程度呢是什么样朋友，好朋友还是点头之交还是什么，这会有差别嘛？你不能说他跟他是朋友就画一条线啊，他跟他可能是朋友画一条虚线，他跟他是敌人就画一个箭头，这也是一种做法。可是他跟他是敌人，这个就在这种图里面就画出非常静态的东西啊，不是一个动态的改变。你知道人际关系是改变的，尤其像这个前面 Goffman 所说的 moral careers， 那你在这个不同的情况下转变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文学的实际19世纪末文学的场域，这个当然要靠着文学史的知识啊，画这张图不容易啊，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但是画完以后什么意思，我觉得这点也是在这个，然后为什么这跟这个他在文学的场域啊，从福楼拜来讲，这作者来讲，跟他所写作内容的场域又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叠起来的关系吗？所以还是说这其实是一个不相干的关系啊，或者什么程度相关？福楼拜难道是里面的谁吗？这就相关是这样，然后不相关就是说他写的就是纯粹的一个虚构，除了这个地理的情况是真的之外，那个中间谁都有福楼拜的影子，他不是其中一个人，他不是那个男主角。我们很容易把作者想成是男主角啊，如果是男的啊。好，那进入另外一个场域，权力场域社会，这个标题都是他自己的哈，不是我自己发的。权力场域社会空间里的文化生产场域，好了，权力场域跟社会空间呢、哦、啊，然后生产场，你看这下一半是空的、哦，空的叫社会场域，啊，这边写什么？国家的社会场域啊 ，national， 啊，然后这里呢，你有时候要看左边跟右边，这叫做field of power， 就立场。权力场域，然后这边叫文化生产场域。那这个权力场域呢，应该是从图来看应该是这么大的东西。那权力场域里面有一块是一个所谓的文化生产场域，所以文化生产场域是整个权力场域的一部分。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表述，那这个权力场域之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场域吗？这是我的问题啊，看起来没有啊。然后这边又有几个框框，然后这边一个框框，然后这边一个框框，啊，这边还有一条线，啊，然后你看一下，这是文化生成场域，然后这场域里面这些人，这是人吗？还是什么现象？因为这个太远了，现在有点看不清楚啊。那这个是所谓的粒子吗？在这个权力域里面粒子，然后这里面就失去了那个箭头，有没有？上一张的那箭头，就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在这张图也没有箭头，啊，没有表明这个关系，只是说这群人是属于这个场域，这群人处于这个场域，啊，然后这张图就有箭头，对不对？表示他有这样关系。那这张图是讲福楼拜，不是讲这个小说里面的，不是讲的情感教育里面的，是讲情感教育里面的人，但这个人跟人之间没有一个箭头表述他们的关系，没有，哦。然后这个也是没有，那只告诉你在这个场域里面啊，这些人在这个场域里面，那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动态的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没有表现出这些人的呢，那所以这个图都很容易在复制啊。你将来写一篇论文的时候，你就复制这个图啊，这也不是假的啊，这至少占了一页以上啊，对不对？啊、嗯，所以你可能需要知道，就到底这样的图到底具体什么意思？那这里看得出来，就是权力场域里面包含了文化生产场域。啊，那文化生产场域是这些东西啊，那然后他这边还有一些注解，这样，他这边还有 C1 跟 C 什么，那好像是资本的问题，然后资本高一点，文化资本高一点，什么低一点这样的啊，那这个文化资本的代表是什么？到底是教育程度啊、声望还是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啊，好，那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啊，职业出版社是一个有名的出版社，他的那个出版三个出版品的销售啊。那在这里，这个三个出版品跟福楼拜有关系吗？哦，这里面会是如果没有，这张图比较不明确啊。那这个你看，它这个这样，这个这样，然后这个是越来越销售越少，然后有点那个啊。然后为这三个出版品的销售跟这整个场域有什么关系，或跟利有什么关系，跟资本有什么关系，跟习性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算是什么？
哦，在主要观念里面，这算什么？好，那什么画廊跟旗下的画家，因为那个故事里面有画廊的主人啊。那这是1977年的，这跟那故事有什么关系？除了都是画廊之外，啊，他卖的东西，然后这三个人，这是每三个人的比较，在一个框框里，这每三个的比较这样的哈。那有的已经看不出，应该两个还是三个？两个了啊，这为什么还有一个这个啊？三个的比较，啊，那这个图上有这个，啊，那接下来是畅销书跟知名作家，这个跟场域或者跟刚刚讲的文化资本是不是有关系，或者浮相资本？你的畅销，你是属于畅销书，或者属于 the best-selling author 跟 recognized author。best-selling 是卖的好的 ，recognized 就是一般人认为的比较有这个声望的，跟卖的好的不一定有关啊。这个台湾现在去年年底也是一样，畅销书前年的畅销书的第一名是，什么不敢说什么不的勇气还是什么？拒绝什么勇气那本？拒绝说不的勇气是吧？对，那本那个那年的畅销书有几本的书名都是叉叉叉的勇气这样，啊，所以那时候我出书，他我说千万不要变成叉叉叉的勇气，他老师可能那样可能会练就排行榜这样啊，所以这个排行榜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啊，这个是一般认为通俗的是 best selling 畅销书，知名作家是不一样，知名作家书是畅销书，啊。这个明年还是有人看，后年还是有人看，但畅销书是明年就没有人看了，啊，绝对没有人看了，啊，所以他这里有列出这个，那但这个列出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有时候你要看到说他花时间去做这个，到底为什么要花时间做？因为有时候图表是障眼法，表示你没有内容，真的，因为很多学生写文章也这样嘛，你到没内容的时候你就赶快抄嘛。然后最好抄一个图表嘛，啊，不然你在转述别人的说法的时候，可能是会有错误的嘛，啊，好，那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图就很像数学的东西了，啊，艺术生产场域中的时间性，啊，然后这个有几条斜线啊，三条，哎，真的是三条线啊，然后这个讲到这个 symbolic goods 啊，这个 market for symbolic goods 啊。有这样子的，中间还有这个区域。你看这个中文本是我的影印的时候怎么样？中文本就没有这个阴影的部分啊，还是有 A1 A-1 啊，有这样的东西啊。那这个也是需要，那时间性跟这个我们通常画时间性就是直的，从这里到这里，然后第一个时间怎么样？第二时间怎么样？第三个时间怎么样？然后它大概这样的，大概时间是这样的画的啊。这 past 跟 future 啊，经过这个，然后这上下有什么关系啊？Actual generation， 不是 actual artistic generation， 艺术的这个世代啊，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你的生产场域会不太一样。简单讲是这样，但这个跟福楼拜又有什么关系？就难道福楼拜写作方式已经不符合那时候的要求，还是怎么样？这大概就这样。那我特别强调，这讲义是不充分啊，因为这本书我没看太懂啊。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然后那几个概念很多人都会拿来用啊。他还强调场域有三态，像那个水的三态一样啊。那三态就是三种 state， 那个 state 跟 phase 在社会科学里面也有人把它引用过来。引用过来，有人就说为什么你要讲 phase 而不讲 state， 或者你不讲 stage？三阶段，时间上 A 完了就 B，B 完了 C， 三阶段我们都知道。可是叫三种 states， 三种状态，不是时间，所以不是一个时间轴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水的三态是什么？蒸汽、什么冰，还有水嘛，是吧？我们一般是这样，因为热跟冷的温度的不同，所以那不是三种阶段，啊，而是三种状态，所以那个就没有时间轴。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讲到 state， 那有些人会讲到 phase， phase， 那还是跟 stage 有关系啊。孔德的三阶段论是，所以这个stage 跟 phase 的问题啊，或者这个 stage 跟这个 state 的，不 state 跟 stage 的问题啊。
好，所以这个博弟的东西，很多人拿那个三个就开始在讲，然后就开始讲这些人的这个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差别，然后在场域里面是怎么跟人家竞争的。那个从一般的文字就可以描述，你不真的不用这几句话描述是没有太大，是换了一种说法，没有太大的发现。然后场域，所以场域就是我们通常活动的那个范围，讲成白话文。啊，你活动的地方是什么？啊，那你的习性，你什么习性？那你就过去学来的东西，那这个好像听起来就非常的静态，啊，那外在的这个影响是怎么样啊？就好像缺少了这种外在的影响的说法，这样场域以外啊，或文化生产场域啊，那场域有没有这个分析层次上的问题？我们一般会说，你从人际面来分析，啊，这个场域。你可以从制度面来分析，这时候有什么制度？比如画廊就是一个制度，画家是人，人群面。我通常会讲人群面，画家啊，然后艺术中介商或者这画廊的主人啊，还有买画的人，这至少是三种不同的人。但他这里不太有这样的区分啊。然后这三种不同人当然具有，如果要根据呢，他三种不同的资本，有人经济资本很强，像买画的人啊。那画家那个艺术商或者这个画廊的主人，他可能就在别的资本上面啊，可能是他的这个社会资本就要比较强，相对来讲。然后画家的本身就是在文化资本上比较强，他的画很值钱，或他的画很有这个市场价值，或很有被人家认可的价值。如果是画，如果是书，当然反对也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三种人就可以有看得出，我们简略来说，这三种资本的强度是不一样，是不一样啊。那这个分析就可以这样。但层次上面，那还有为什么话很重要？这种意识形态层次或思想层次或文化层次的东西，它要怎么去分析啊？我就觉得，他的说法因为很有名，但是他的说法我觉得是不太完整的啊。当然，这里面我还是要强调。我对他了解不够完整，也许有地方是我忽略的地方，但是我会抱着这样子的疑问去看他的书啊。有时候你抱着这样疑问，然后你碰到一些关节的地方，啊，原来他有这样解释，或者啊，他还是没有这样解释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阅读，这样啊。所以这个 Bourdieu 的我就稍微要说一下，因为书很多啊，所以如果你我这个主要是以单一的艺术的法则这本书来看。啊，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艺术不能被社会科学分析，分析了以后就不对了，这样啊，这个他当然是反对的，我们也是反对，但那个不就只是一个做法啊，这跟别人的做法不太一样。我后来第二遍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看得蛮细的啊，但是有些东西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被他。我们的先入为主，他的那些主要概念的影响，就像我介绍这些，是不是被他受限了？所以很多他的其他的长处，我们会不会就因此没有吸收到？这是我一直提醒自己的。啊，我在第二次看的时候发现，哎，这段他讲得很清楚啊，他把那几个人的故事整理得很好啊，啊，有些对比啊，这样，但常常会迷失在他的用词里面，什么双重的什么东西啊，这样哈，这个我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啊。当然我知道他原来是以学哲学出身的，所以跟我的训练背景是不一样的啊。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啊，这个要介绍一下，是因为第一个，你从 Wikipedia 来看也可以看到这个介绍，然后你从 Sandra Harding 的一篇文章讲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东西。那这门课，尤其这门录影课程，当成是一个导读性的课程啊，不是研究型的课程，我觉得很值得把这个在1990年代啊，一些女性主义者一直强调女性因为性别的问题，所以具有一些特殊的认识论上的立场。这跟那个卢卡奇所说的这个观点啊，无产阶级观点有点类似，这样我觉得值得稍微介绍一下啊。那这方面我也不是专长啊，但值得介绍一下，因为说法差不多。他说，传统的性别知识观啊，根据这个 Elizabeth Anderson 2017年的整理啊，这是 Wikipedia 上说的。第一个认为，不让女性参与知识创造
啊，正立跟传播过程，所以女性在这个传统的思考里面，学术思考里面是没有地位的。然后否定女性知识权威啊，这个在日常生活的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女人懂什么啊。第三是贬义女性认知风格跟知识方式啊。然后只有在对男性的利益有好处时，才将研究女性啊，在这些相关女性理论中，女性往往被描写成是劣等的、偏差的啊。啊，第五。知识生产本身并不是为了社会上弱势阶级，并且还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啊，跟性别接续啊，所以男人的知识就等同于人类知识，这是一般批评现在的知识观，所以才需要一个女性的认识论来弥补。但常常这个弥补呢，就是矫枉过正哈，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但还有的一些只是借着新流行的东西来讲他要讲的东西。那女性主义认识论呢，基本上是主要关怀点在让女性对于科学的批评跟女性主义的科学在科学中有立身之地。所以原来是那个所谓 science studies 或是 STS 这些人啊，这些对于女性的这些成员啊，从这里来批评的啊，说科学有性别的问题或科学有性别歧视啊，这点在传统的科学研究里面是比较忽略的啊。第二，确认科学研究中的社会跟政治的价值啊。还要重估所谓的客观性跟理性的理想 ，objectivity 跟 rationality。这个客观性的问题啊，当时在后现代也谈了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个客观都是你们男人所说的客观，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要重建认识论权威的结构啊，这不应该只有那种男人来。所以这个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关怀的地方。第二个呢，他也强调知识呢反映出理论的特殊观点啊，强调几个：第一个，知识的主体。传统的假定都是知识主体就是一个男人或是一个人啊，人跟男人没有区别，女人跟男人可能也没有区别啊，但是这些女性认为是有区别，所以一个认识的主体跟其他认识的主体处在一个社会关系之中，譬如说男人跟女人，女人跟女人，男人跟男人啊，譬如这样。因此呢，认识的对象跟认识方法受到一些认识主体所存在的情境跟观点的影响。那这个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知识学就讲的是这个。只是社会学要强调性别因素的时候啊，会出现什么的状况，在以前谈的是比较少啊，所以女性主义者，但是在1990年代谈完啊，就很多文章就没有了，就不再出现了啊，2000年很少出现啊。还有呢，女性主义认识论还有它是情境的知识，这是那个谁发明的一个字眼，叫 situated knowledge 啊，所以整翻成情境知识，不是 situational。所以每一个知识都是 situated， 这都为落置在一个什么的东西里面，地位或什么。第一个身体化的问题叫 embodiment， 这字有时候很难翻译啊。他说人们用身体去感知世界啊，然后因此会有因为身体的不同状况、时空啊跟社会位置的不同，才会有不同的知识。所以这个一个是强调身体化的问题。这我们刚刚在谈 Bourdieu 的时候，他有谈到这种身体上的优雅或美貌，对不对？第二呢，是指一个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的知识，就是你亲自经历的知识啊，还有你从别人那儿听来的知识啊。到此时此地啊，这原来是一个拉丁文啊，后来变成 here 英文翻成 here and now 啊，还有你的身心状态，你亲身的知识或者是透过他人告知推论而来的啊，这就是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的问题。那包含了你的情绪、态度、利益跟价值啊，这些观念都很日常，但是如果没有认真的界定，很可能都混成一体啊。啊，对于他人的个人知识的 personal knowledge， 以前有一个叫 Michael Pollanyi 的人啊，他的兄弟啊叫 Carl Pollanyi， 是研究历史社会学有名的。Michael Pollanyi 是个哲学家啊 ，Pollanyi 的写了一本书就叫 personal knowledge。啊，在80年代、90年代非常红啊，然后认知风格以及背景的信念跟世界观，还有其他研究者关系，这是啊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强调。那性别与社会情境中展现，这里强调的是一般社会学基本教科书里面提到啊 ，sex 是指生理的 ，gender 是指社会文化层面的啊，所以中国大陆的翻译就有一点累赘，就是 sex 是性。啊 ，gender 他们叫社会性别啊，变成四个字啊。我们在台湾现在比较性跟性别，然后这个性跟性别之间有时候也会有一条斜杠，啊，说斜杠概念不是只有斜杠青年啊，
啊，所以有时候就拿这个开玩笑说性别啊，性别烦恼啊，性别什么什么这样啊，别，因为有时候可以这样念。那性别几个层次啦，第一个叫做性别角色啦，这也是一般社会学教授就是社会指派啦。啊，就是你是男的你就怎么样，你是女的怎么样？你看到那个新生婴儿的那个房间啊，蓝色的跟粉红色，到现在还是这样啊？为什么不能有同一个颜色啊？他们还是要做这个区分啊。第二，性别规范啊，对个人身体跟行为的规矩啊。第三个是性别特征与德性 ，gender trait 跟 virtue， 这有讲话阳刚气质跟阴柔气质的问题啊，而且通常认为是不能互换。啊，互换就有一堆贬义你的名词啊，娘娘腔啦，男人婆啦，什么这都不是太好的字眼。第四呢是性别展演啊，或者行为叫 gendered performance。现在有一派人很喜欢用 performance 这个字眼啊，不知道跟 government 有什么关系，或者就是 behavior 啊。那在那个Bourdieu 他讲的就不是 performance， 他就讲 practice， 啊，就是你怎么去做。所以类似的概念或其实是同一个概念，你只是用不同的名词，叫 social action， 你可以叫 performance， 可以叫 behavior， 然后可以叫这个 practice， 这样不同脉络下的这性别展演，这个的字打错了啊。然后性别身份认同啊，就包括主观的认同是先天赋予的还是客观指派啊，后天努力的 ascription 跟 achievement， 这有什么先赋的跟什么什么的两个区别啊，那个翻译啊。另外还有性别符号 gender symbolism啊，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像有扣子的衣服到现在啊都还是有男女的区别啊，那没有扣子的衣服 T 恤什么就已经没有这种只有 size 的区别这样啊。那所谓的性别就是叫 gendered knowledge 啊，就我们把 gender 这字再加上 ed 当成形容词。那性别身体的现象学就包括童年性别社会化的研究啊，那性别第一人称本身的知识 gender first personal knowledge， 包括 androcentric 跟 gynocentric， 男性中心跟女性中心的啊，那在很多文化里面这种称呼是不一样啊，日本里面到现在还有啊，称呼我的时候男人啊有接称呼我的说法，那共同的地方是 watashi 啊，那其那日本女人会用 atashi， 如果男人用 atashi 就怪怪的，所以你在学日文的时候要很小心这个性别的用语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看日剧的人，日剧的很多女人的那个词语比较多啊，所以很多人可能学的时候没有注意。还有最近我也看一个日本的YouTuber 啊介绍日文的啊。他就说到一个当初我的学生到日本念书的困境，他说千万不要，他有他的日文口音，千万不要拿漫画中的东西去那个，他漫画很多东西不能在正式场合使用。我的学生因为当时跟很多人一样都是看漫画看的，所以他到日本去跟同学聊天都用漫画语言啊，他去念研究所啊，被同学警告不要用这个，特别不要跟教授用漫画语言啊，那是很糟糕的那种没有教养没有文化的表现这样。他后来回来又跟我说这样，因为我不看日文漫画，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漫画语言是什么，但我看了 YouTuber 就讲到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那这个我们在中文里面的区分就没有那么明显啊，在中文里面男人跟女人说我，所以那个 YouTuber 的太太啊是个日本人就说，可见中文很简单，日文很困难。我想在这个部分是的。如果你要中文的困难，那你看看一个什么，你就去查好了，查死你。每个语言都有它很龟毛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就是性别关系中有关他者的知识啊，比如男人到底对女人的东西知道多少？比如大部分的国中生到底对卫生棉知道多少？然后大部分的国中女生对于男子射精这件事情知道多少？这都是跟性有关的知识。还有性别技巧的问题，这当然应该不是床上的技巧的问题啊，这应该是讲的别的，因为你性别关系，比如做男生是不是打球就活动力比较强，然后女人是不是在做手工方面比较细，可能是讲这个 skill 啊。当然这个在很多方面是没有这个差别，很多人还是认为女生是比较细心的，男人比较大粗略的这样啊。我在改报告的时候不一定发现这种区别。还有性别认知的问题，阳刚风格啊，包括演绎啊、分析、原子化、去脉络化、量化，所以大部分的高中男生会被鼓励去念理组，高中女生会被鼓励念文科，
然后在女校里面啊，文组的班比较多啊。虽然现在网络的 YouTuber 有理科太太啊，这一般来讲是比较违反的，因为理科好像都是先生多啊，然后这个家伙是太太，然后他的主持风格是完全没有表情的啊，讲话也很平直，但是内容非常的这个实在啊。我看过理科太太讲的充电的什么的啊，他最近还访问一些名人啊，然后能让名人掏心掏肺跟他讲话啊，我想他也有他理科太太的长才啊。要不然他就用了什么邪术控制了他们，哈哈，这当然是假的啊。好，那信念跟世界观的关系，还有他者的关系啊，这是一般对于性别知识的这个阴柔认知特质，就直觉啦哈，综合啦，全面啦，脉络化啦，跟直化这样的啊，所以这是一般的区分啊。那 Sandra Harding 啊，就是讲到刚刚那篇文章啊，就将女性主义分成三个部分，后来也变成大家公认的，一个叫女性主义经验论，这比较传统，叫 Feminist Empiricism， 另外一个叫立场认识论，叫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强调女性的立场的独特性啊，然后最后是强调跟后现代叫 Postmodernist Epistemology 啊，这个我们就稍微介绍这三个啊。第一个呢，经验论相信啊，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所以这个男女因为有不同的经验来源，所以会不太一样，应该推论是这样。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中充满了男性的主宰跟偏见，特别是量化跟客观性。这个后来在现象学里面，在社会科学里面，有一派人是专门反对这种量化跟客观性，并不是女人，啊，并不是女人，啊。所以这到了后现代也反对这个，他们也不是女人啊，所以经费跟分配呢倾向于实证主义量化的研究，这个在以美国这种传统为主的地方是这样，我们在台湾也是这样啊。你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文本研究或什么，你能拿到的机会不如做实证主义的量化，特别是大数据的研究啊。大家会觉得那是比较有价值的啊！你说啊，我想要花20万，然后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理论的研究，你只要给我买书的钱就好啊。这个虽然你很便宜啊，那个比这2000万的那个要便宜，但是会给你钱的机会并不高啊，会觉得你那是个没有价值的研究啊。啊，女性主义经验论还有呢，强调女性主义的经验对社会认识论的影响啊。所以所有的知识都要透过经验研究来表达其客观性，你看这个客观性马上后来就被打翻了啊。然后前此的实证主义研究并不是真正的客观，你看，要不然说我也讲到客观性，你那不是真的客观，我的才是，那不是小孩嘛，吵架嘛，啊，也不全面啊。那到底就有人讨论到底有没有可能全面的认识，像 Zimmer 就认为没有全面的认识这回事啊，偏颇跟局部的，并且都受到男性中心偏见的权威对于研究的影响啊。他说1970年代美国职场才被当局重视的女性，在美国职场才中被当局重视，在生活中跟职场长期被性骚扰的现象70年代才重视啊。其实到现在为止，你看到这个好莱坞的这个 Me Too 运动，你才知道说虽然重视，可是真正发挥一点影响力的是最近才有，可是后来又停了，有几个人出来承认以后，然后说自己有病，然后这事情就停了。你认为只有这些人吗？哦，我们台湾也发生啊，那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就不太愿意讲这个事情啊，所以你觉得这样就没有了吗？啊，如果没有女性主义者的介入跟倡议，这种现象不会被男性权威支持，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以前有老师讲这个事情，有很多男老师还不以为然，但是我们喜欢看书的人就说，哎，已经开始有新的观点、新的立场，虽然后来不一定很完整啊。然后女性主义经验论呢，就强调自己的介入可以强化量化跟客观性，所以它基本上还是以量化跟客观性当成文化目标来追逐。这个如果我们从 Merton 的那个加加减减那个表来看的话，文化目标是一样，只是他用的方法不一样，或他的观点不一样啊。可是这个受到很多人质疑，为什么你们女性就可以比较强化量化跟客观性？啊，有人说因为女人犯罪少啊，女人道德比较那个啊，女人比较不像男人那么腐败啊，那这个到底牵涉到多少事实跟这种偏见我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有人是这么说，还有人质疑，我干脆彻底质疑客观真理 objective truth 是个错误的观念，跟没这个东西。那接下来还有两种吊诡的辩论啊，就性别偏见跟社会建构的问题，这是互相冲突矛盾啊。如果一切都是社会建构啊，那这个是不是
只是研究上的社会跟政治因素，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像美国有一阵子的社会学系，每个系为了公平需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很多人有人就为了找工作就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得替你保障名额。然后后来就需要宣称女性主义者，所以女性主义后来就说、哦、我是女性主义者。那女性主义者是女性的专利吗？那、啊、当然不是。所以有的男人也说我是女性主义者，那一样可以找工作。所以这个讲的是这个。所以有些人研究性别啊，不是传统的那种啊，我是同性恋我就研究性别，我是女性我就研究性别，男人一样可以研究性别啊。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问题啊。还有这种性别偏见，这种立场虽然想避免性别与科学偏见，却在无意间啊，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强化了原来想要避免的偏见。啊，这是一个吊诡的地方啊，这是这个问题。然后最后有批判啊，是认为不相信有不受历史影响的知识现象、知识对象，忽略了社会跟政治因素的影响。那、啊、这是这一派经验论的，那你认同的是那价值，只是说你没有女性的这个角色而已啊。那他们现在都对于你认同的那个标准啊，或者目标都有怀疑，还相信科学自身最终会化解现有的性别偏见。这也是一个寄托于未来的一个无限的那个啊，所以这是女性主义经验论。那立场认识论呢？认为社会认识论受到个人立场跟观点的影响。那这里有趣的说，那有没有性别的因素呢？啊，还有同样性别，难道就同样的立场吗？啊，女性身处社会边缘，具有认识的特权 （epistemic privilege） 啊，不像站在有宰制地位男人那样对于世界认识比较少偏见，这是女性有利的位置。这是男性跟女性对比的时候简单的说法，有很多男性其实也不居住在宰制的地位啊，一样的是边缘立场啊。好、哦、所以这种说法有时候真的是聊天可以啦，做学问真的是你要注意。那一样有宰制地位的女性难道也是有女立场就会跟男性不太一样吗？所以这是性别的问题还是阶级的问题呢？哦，如果你还加上族群，还加上年龄啊、哦，那你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啊，就可能性就更多了。那这种词强调形塑社会现实跟社会关系中权力的运作啊，这个是过往没有的。但强调权力运作不一定要跟性别有关了 啊。那女性主义认为认识论的社会位置啊，特权的范围，产生这些特权的身份跟角色，就把女性加入进女性主义家啊，不同女性主义的情境的特权，还有了解女性主义的问题跟现况加以改善，还有呢，它是 sociology for women， 为了女人而从事的社会学，而不是 sociology about women， 而是关于女人的。啊，所以这有差别，这里面有一些行动的意涵在里面，有些那个政治的或权力的意涵在里面，这里面只是关心而已，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女性主义的一个社会运动，希望能够注意到实务上的那个转变。那立场论述的主要内容是强调特权立场的社会位置，相对于那种没有特权的社会位置啊，然后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然后社会位置能够产生更好的知识某些面。特权的理据 ground 啊，理由啊，然后宣称认识优越性的类型，跟宣称优越性的其他观点，还有其他观点的禁用方式，这 access 有时候只能翻成禁用啊，怎么样能够接近它 accessible 啊，这个人是可以被接触到的啊。那他认为劣势团体胜过宰制团体三项特权。好，就算劣势团体，男的一定是女性吗？所以这里面这个如果只是女性主义就太窄了，因为有时候。在种族方面，在阶级方面，在年龄上面都可能啊。那社会的深层知识胜过表层知识，这把社会知识分成两种啊。劣势观点反映出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律，宰制团体观点是表层知识。就有些人看到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啊，老板看到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那从员工看到的社会是不一样。简单讲是这样啊，或者他觉得男人跟女人也是一样。那劣势团体展现出比表层规律更多的人类潜力的知识，这是劣势团体的优势。那宰制团体的观点呢，既承认要承认既有的社会不平等是自然且必然的，这是在阶层的理论里面啊，所谓的功能论的解释，认为这些人居高位就是因为这些人有学习，他的能力对社会的贡献比较大，所以他的薪水应该比较高啊，他承担比较多的风险。然后那个从冲突论从那个功能立场，那这些其他人的知识比较少，他的能力比较差啊，他能贡献的少，所以他拿薪水少
那当然马上就有人出来反对了，说这根本是权力的问题嘛，啊，那个债券这个权力的人剥削啊什么，就比较从左派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啊，那这里解释的是不一样的啊，这里说不平等，这边也说啊，有展示团体承认是社会不平等是自然的，而且是必然的。劣势团体观点不一样，所以劣势团体比较容易从冲突论立场来看，优势团体比较容易从这个功能论的立场来看。啊，所以常常说功能论是保守的，然后这个冲突论是比较激进的，是这样的说法啊。然后劣势团体的观点呢，代表了普世人类社会的价值啊，然后优势团体代表的优势阶级的价值，却让大家误以为他们代表是人类普世的价值啊。所以在这里跟马克思的观点就有点类似啊。然后还有呢，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论啊，就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立场论，认为唯有无产阶级的观点才具有认识的特权。啊，能够解释历史、社会跟那个，我们在卢卡奇的那个部分有稍微提到这一点。还有唯有无产阶级跟工人阶级成为普世阶级，才能全面掌握社会的知识，啊，但是历史证明不是这样，啊，这是在理论上希望是这样。那女性主义者呢，就借用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把它加上了所谓 centrality 枢纽性，女人生儿育女在生产系统中位居要津，这是商品生产的枢纽。也因为女人照顾家人、满足家人需要，可以看出父权体制的缺失。男人往往因为掌握权力，忽略了劣势团体的利益啊，这是比较上来说。另外是集体的自我意识啊 ，collective self consciousness。男人主要是把女人当成性的附属品，为满足男人的欲望而存在，这就是性客体化。男人认为这种现象是既定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啊，女人则能排开这种意识形态的迷障，反对色情、性骚扰以及对于生育自由的限制。这就是女性主义能动者跟自我意识的特权知识，透过行动加以实践。所以，女性主义者的这种立场论不是一个知识上的要求，而是一个行动上的一个鼓吹，这样的啊。好，那还有呢，认知风格也不一样。所以，女性主义的客体关系论，由女性照护者抚养的男孩。和女孩在性别方认同方面的差异，男孩和女性照护者的性别认同分离，还有女孩会认同母亲的性别认同，所以可以接纳自我跟他者界限的模糊区分。男性的认知风格是抽象的、理论的、和生理分离的、情绪隔绝的、分析的、演绎的、量化的、原子论的、跟控制跟宰制的行为为上。然后女性的认知风格呢，是相对是具体的。啊，相对于理论，它是实际的；与身体分离是身体的；情绪隔绝，情绪投入的。这个序子打错，分析的它是综合的；演绎的它就是直觉的；啊，量化就直性的；原子论就是关系的；以控制宰制为价值，就以照护为价值为上。也说女性主义的观点呢，是要消弭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中劳心劳力跟照护的区别。这些你换上一个字，另外一个字眼啊，换上另外一个群体啊，无产阶级或什么，大概都可以用来啊这样子讲。另外，当然还讲压迫了，因为女人受到压迫，所以想办法揭露压迫的真相。那男人是压迫的人，所以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压迫啊，也不会去揭发那个啊，启发了黑人女性主义者认识论啊，因为黑人女性主义者又加上了族群这个因素。增加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这是从黑人女性受到种族歧视跟性别歧视双重歧视的个人经验出发的，借此获取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荣誉感。那如果再加上阶级因素呢？啊，中下阶层黑人女性主义跟上层阶级黑人女性主义，啊，当然这还有批判了哈，就是Wikipedia 讲的过度强调性别因素，忽略其他社会跟历史因素的影响知识的因素。还有这个人叫 Helen Logino， 是强烈的批评者，他写了一本书，给查一下，无法提供哪些立场知识享有特权。这理论上是这样，但是真的所有女人都这样吗？没有知识上的差别吗？哦，所以没有政治立场的差别吗？光我们在日常生活看到的，在台湾啊，不同政党的女性。就常常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那难道这个身为女性，这还是这个女性的立场加上政治因素、政党因素，是不是又会把这个理论转到另外一个方向了？最后就是叫做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主要是法国结构主义者啊，这被称为结构主义跟后现代主义者。我昨天看那个Bourdieu的东西，他说
如果有人把我称为后的结构主义者啊，或者什么，他会非常的生气，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啊。但是所以这里面竟然没有，我觉得他应该很高兴这样啊。不，他已经死了，所以那所谓的女性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就是批判的对象是普通性啊，他不认为有这个东西，必然性他不认为有这个，这是所谓的启蒙后的，这一般的说法，启蒙后的想法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要反启蒙啊。简单的说啊，就不相信有普通性、客观性，这个就是你只要在统计学到的东西，都是应该被打翻的啊。而理性的东西、本质东西、统一的东西、整体基础啊、最终真理跟现实都没有这东西。那么强调的相对于这个普通性，强调的是局部或者区域性；必然性强调的是偏袒性啊，偏离边的；客观性它不是强调客观，强调偶然性；理性强调不稳定性啊，强调这个不确定性、模糊性，对于世界跟自我和善的解释的各种可争议性啊，这是简单的这个区分。所以后现代主义跟所谓的现代主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强调呢，现实是靠着话语建构出来的，叫 discursively constructed。这个你看不我那时候看福寇的这个知识的考掘那本书啊，就出现很多这种 discursively constructed， 但 discursive 当时在字典上很难找到是叙事的啊，会靠着话语建构的啊。那这个呢，跟这个所谓的Wolf Sapir 或 Sapir Wolfian Hypothesis 啊，那两个人是讲语言建构了我们的世界观那种简单的观点啊，是不是类似啊？他们都很少提到。第二，行动跟实践都是语言符号。啊，就是把它从这个符号学或者人叫 code 啊这种方式来研究。第三，自我是由符号构成的，其意是要看该符号跟其他符号关系而已。这个我就不知道在讲什么啊，讲到是自我是符号构成的啊，这跟我熟悉的这个自我跟他者的关系是不一样。然后社会身份认同也是一样 ，social identity 的不稳定性影响社会认知论啊。然后反对绝对客观性的理念，没有绝对的客观性，那就是某种程度会落入这个相对主义，反对后设叙事，啊，后设叙事说，把这个叙事当成一个研究的东西来讨论它，然后你可以 meta 不断的加，就像那框框一样，啊，不断的加，不断的把那个事情当成是你要研究的对象，就是叫做后设 meta， 没有人有权利强调绝对知识权威。大家都一样，没有人可以这样。那你这个强调是不是一个权威呢？啊，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样。然后主要的概念是要批判女人的概念啊，女人这概念基本上有问题，因为女人概念基本上是本质论。但现在本质论跟建构论呢，到现在为止也没有那个，因为确实在某些地方好像有本质的问题，有地方是建构的问题。我刚刚讲过，奥林匹克比赛男女就是分开比的，如果没有本质论，那你干嘛不合起来比？啊，那你能合起来比吗？啊，这就是一个可以很值得思考的地方啊。女人涵盖了不同的性倾向、族群跟阶层，虽然女人不是一种啊，啊，所以不管年龄、族群，我们光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社会不平等要素就可以已经够你说了。那女人概念也是不是统一的啊，所以观点的转移不可忽略观点的多元性。同样是女人，她有不同的观点啊。然后倡议者也是啊，这个 Donna Haraway 所提出来叫情境的知识，刚刚我没有把他名字想出来，就 situated knowledge， 知识受到个人社会观点跟情境的影响，而且充斥在各种研究关系中。然后实证主义是一种潜在的压迫型意识形态，啊，科学中的真理的修辞是摧毁边缘人民的能动性，让他没有获取真理权利。这已经是很多政治行动的语汇在里面啊，摧毁了别人的行动能力，啊。嗯，这个都是啊，批评就是说采取相对主义观点，这后现代理论，而且忽略人际关系、社会决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身体中的理论 ，theory in the flesh， 啊，原住民的身体现实才是摆脱殖民压迫遥不可及的欧美学术生产力方法的不二法门。我真的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什么叫 physical reality， 还有原住民。啊，这当然讲的是美国的啦，不是讲台湾的啦。啊，然后理论呢，经常和一种自我发现跟集体解放过程相连的，所以这个理论不是只有在书斋里面，是一种社会行动啊，这集体解放，强调某一种特殊女性主义的认识论，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做法。啊，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叫做对女性科学批评跟女性科学啊，在科学研究里面，这是强调科学研究这个啊，排除了女性或者女性边缘化是有害科学进步的啊。然后最近这个中国大陆的女性科学家屠呦呦啊得了诺贝尔奖，已经前几年了啊，去年吧，还前年啊。然后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她是谁啊，然后她出名以后也没一天到晚演讲啊，不像某些诺贝尔奖得主啊啊掌握很重要的位置，她没有啊啊。所以这个也是到底屠呦呦得奖对于女性在科学界影响是什么？我好像看到一个报道，他不太强调自己女性的这个部分，他要做的研究跟他女性是没有太大关系的，他的研究就是他的研究，就这样。那他的表达方式是不是比较女性呢？比较不愿意张扬？没有啊，有的这个诺贝尔奖得主也不太，就算男性也不太张扬这种事情啊，这是可能跟个性的关系可能会强过于性别的关系，这要怎么解释啊？啊，科技的运用往往排除女性跟少数团体，对，将他们利益弃之不顾。那过去的科学研究忽略女性跟少数，没错，所以改变看法，改变相关理论，这我也赞成。对男性中心研究风格偏见导致了不公平的结论，这我也赞成啊。强化了性别差异跟性别偏见，没法达到好的科学标准，这我也赞成啊。强调女性化的方法，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前面我都赞成，那所谓叫女性化的方法，应该说不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所谓，那这个方法。另外这种补救的办法难道一定是女性化的方法吗？那什么是女性化的方法啊？那就是把偏见当成是错误，然后把偏见当成是资源啊，这是几个。然后另外对于价值负载的维护，说挑战价值中立，这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主义是这样。从韦伯的想法被误解以后，在美国1960年代社科学界就强调价值中立，我们这些人是研究科学的，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那怎么做决策那是决策家的责任啊。那涂尔干也有这样的想法呀，就是我们只是做研究，那其他人是政治人物的事情，社会学家的角色不应该跟政治人物混淆，所以这历来一直有冲突的，到现在为止都还一样。如果你太涉入，那就变成老师就要带学生上街头的啊，老师不带学生上街头就失去，那老师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凭什么带学生上街头？那不是贾老师跟乙老师干起来了吗？那学生如何去何从啊？啊，我因为刚好入了这个贾老师的师门，或者上了他的课，我就得跟着他屁股后面去打另外一个我其实跟我不相干的人吗？啊，网络上有些人是这样的啊，我们先就如果可以说就互相暴力啊，我就替我老师讲话。那你凭什么替你老师讲话？他们老师被这件事情关你们学生被什么事情？啊，这就像好像要变黑道大哥就要闹小弟来呢，你要表现你是黑道大哥的第一个小弟，那你就去那个了，这是干什么呢？这还是学术吗？啊，我觉得挑战学术中立是对的啦，但是学术中立以外，如果又把这个价值负载哈，每个事情都有它价值，这个我觉得又找到一个极端也是很可怕的啊。这里强调自主性啊，认为没有这种东西，中立性没有东西，公正性没有这东西，那真的没有这种东西吗？我觉得公道自在人心还是多多少少有啊，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啊，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公道的事情还是有啊，还是有啊，啊，不是放诸四海皆准。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学术界也是这样，要不要认真做？那大家都要认真做，可不可以抄人家的东西？这应该很清楚吗？这个你价值这个最大中立跟没关系，抄没有关系，会有人这样讲吗？抄没有关系是价值中立吗？啊，好，女性主义对于客观性的批判啊，我觉得不能把某些事情很难判定的事情当成是啊，既然这事情很难判定，所有事情都很难判定，我觉得有事情很容易判定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是没有什么价值负载的问题。那比较难判定的，有时候真的是有价值负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这样分开看，不是都只有价值负载，也不是都没有那个啊。你当然可以决定1+1=2啊，啊，这也在科学史上也有过啊。啊，那女性主义的客观性批判，认为是主客二分法，这个很多人都批判这个啊，波丢也批判这个啊，然后大家都想超越主客二分法，那几个人真的超越了呢？啊？无观点的主义叫 a perspectivism， 就没有立场主义，就没有这种东西。但是他要批判，有人认为有，尤其他们把那几个就包裹在一起，不涉入 detachment， 啊，有的不涉入是不涉入啊，不表示他没有价值立场啊，啊，然后价值中立啊，控制，你说不控制，那个叫什么？很多家长不管小孩，他说，哎，我不要控制我小孩，我要让我小孩自由，
啊、哦，那叫控制吗？啊、哦，你自己判断。啊，外在导引 （external guidance）。啊，哎，我们去做那个研究，那个研究有钱呐、啊，啊，很多老师做研究真的是因为那个研究有钱呐、啊，还有的研究是因为发包不出去啊，所以包给你啊。这在学术界，美国也一样，台湾也一样啊。女性主义的客观性研究，包括无性别歧视的研究方法、情绪的介入、反身性跟民主讨论，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需要女性主义一样可以有啊，原住民啊或什么都可以有啊，啊，而女性主义讨论客观性中的多元论的问题。这里面是个最大问题，多元论以后谁是对的，或者是要遵循哪一个？啊，这个在韦伯的这个《政治当勇之野》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那在他那时代就已经是诸神的论战，每个人都有自己信仰的东西，然后在那边坚持自己的那价值观的论战。这我们现在在台湾，在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啊，都看得很清楚。这种争议好像没有解决的一天，那就靠选票，那选票只是选出了负责人而已，并没有选出真理啊，啊。好，其他因素包括年龄，这是我讲的哈，包括性别，包括族群、阶级、学历、阶级、政党、宗教，这都是你能看到的明白的东西啊啊。那刚刚前面都是别人讲的，这是我要稍微加上的东西啊。最后就这样，好，那这堂课啊，知识社会学啊，讲的比较多啊，是因为传统的，至少我从学期开始介绍这些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的书籍都没有讲到那么多啊，也没讲到那么完整啊。那我因为对这有长期的兴趣，所以我把这个知识社会学的内容就讲得多一点。但也因为这个这门课是一个导论性质啊，所以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比较欠缺的，还有我个人能力的问题啊。所以希望各位在听这门课的时候呢，能注意一下，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注意到知识在这个社会啊，对我们跟对未来人类的影响，这样啊，希望这门课啊，在社会学界，不管是各个语言的，可能都很少人学啊，书也很少人出版，但是这个呢，跟我们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所以希望将来有更多人能够投入研究啊，那这堂课就录到这里，谢谢大家。